那么首先呢，在还没有让各位呢做这个专题之前的话呢，先让各位呢来先试着玩一下呢这个游戏。好，那么大家都看到我的画面这边哈，在我的讯息器的地方呢，我有放一个我们学生呢的作品，我是觉得这个学生做的呢比较不错，所以我把他打包交上来的。好，各位可以发现这个是我们一个学生，他的是8年29班33号的同学做的，哦，这是一个女同学做的。那么请各位呢把这个 APK 呢把它下载回来。那么 APK 下载回来的话呢，会放在各位理论上应该是在这个下载资料夹或是哪里，哦，各位可能自己看一下看你在哪里。那我让各位做一个动作，是在告诉各位说这个 APK 呢你不用放在你的手机执行，我们让它在你的模拟器也可以执行。好，哦，各位看一下，那这个刚刚是跑全班 BMI， 你按这个中间这个按钮按下去，好，哦，它会回到主画面，好，哦，然后把这个 APK 拉进来。哎，为什么不能拉？可以拉进来，有没有它的安装？哦，那装进来在哪里呢？各位可以发现在这里，那个学生因为他有做一个图案蛇在这里，那点两下，好，哦，它的贪吃蛇就可以执行了。各位可以看一下，好，哦，开始了。哦，这个同学那是女生哦，啊，她吃到那个果子有没有得分？各位看到，那也可以让她暂停，继续有没有？好，哦，那这得分在这里。好，哦，所以呢，我在带这个专题之前呢，其实我有先写一个假的，就是我写的也不是很好。那我让学生呢先玩，但是我没有告诉他说拉进去可以执行，我早就帮他装好了。所以他们打开了模拟器，哎，看到一只蛇在那里，点两下执行。所以呢，在还没有做这个专题之前，先玩游戏，好，哦，先试着玩玩看，好，哦，那，啊，你看，你让他继续，那这个游戏什么时候结束呢？碰到旁边，哎 ，game over， 这样子有没有？好，哦，那你按这个重新开始，哎，又可以开始玩，好，哦，那贪吃蛇一开始我没有用，你可以把它设定它的长度只有一个啦，好，哦，像这个很容易就死掉，哎，没死，好，哦，像这种情况下，它还有一个情况，它会死，就是说你吃的太长的时候，你身体太长了。哦，因为他每吃到一个，他会增加。比方说他身体太长了，吃到自己身体 ，game over， 有没有？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等一下呢要做的就这样而已，很简单。画面上呢画了格子，18×18格，这有18格，每一格的宽度呢是20像素，20×20。好，那大家呢先试看看，把你的拉进来这里，然后看看是不是能够玩。好，那大家自己试试看一下。我们说要写游戏之前先玩游戏，所以呢在我上课的时候大概前面有10分钟他们都在玩游戏，然后看看谁的分数会得比较高啊，因为那时候玩的游戏是我写的。好，那样子呢也是类似像这样，但是呢上面的格子大小啦，还有那个什么蛇的眼睛啊什么通通都不一样。好，那这个是同学后来他们自己的少部分的创，等于说他自己创造，那做的格子大小、颜色、蛇的状况也都跟我不一样，哦，所以呢，这里面是可以改的，但是很多地方是不能动的。比方说那个格子固定就是18×18格，哦，那每一个大小就是20像素×20像素。所以等一下呢，要来带各位，那么玩完这一个游戏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呢会有一个简单的讨论，说，哎，现在完成这个游戏，我呢画面上要画出几个东西。哦，然后呢这个游戏呢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来谈，哦，来谈，哦，那个时候呢我们大概就简单带学生呢去讨论这个，哎，因为要有具体的东西，不然你让他这样平白无故的想，他也不知道说这到底要做什么，哦，那所以这里可能就是一开始有一个开始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呢后面这里就在跟他讲说啊，我们现在呢要完成的目标大概类似这样，那我之前我写的程式是这样，哦，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学生跟我做的就不太一样，哦，然后根据这个开始呢来做问题的分析，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根据呢上面我的分析1、2、3、4、5、6，然后呢把整个游戏呢它的整个完成情况呢就分成这6个部分。所以呢如果各位去看我的 classroom 的地方，在课堂作业区，你会看到底下的啊，这个把它关起来。这里有没有1、2、3、4、5、6到六这里？到六这里，理论上游戏就完成了。好，那七呢在干嘛？七呢就是后面提到的打包做图示。好，那还有一个8是挑战题，挑战什么呢？叫进阶控制。
这画面怎么那么小的感觉？大一点啊，这样比较看得清楚嘛哈。间接控制就是什么？如果说你做的贪吃蛇能够去侦测人家的设备，因为每个人的手机平板大小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画的格子是固定数字的话，这样你的贪吃蛇呢就会局限在呈现在一个画面的一个小小的角落。好，会变成这样不好看。比方说呢，我们就试一个 iPad 给他看，然后呢，他就挤在那个左上角。哦，18×18格就小小一个。那你能不能呢做一个自动侦测，能够侦测你的萤幕的宽跟高，然后呢去算出你到底要画出几个格子，当做呢你这个贪吃蛇的背景。好，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挑战题。那每一个班里面大概都会有大概一个到两个，有时候会到三个。哦，这个部分会做出来哦。那这个程式我就没有讲了，上面只是一个简单的参考而已，并没有讲完。所以呢，每一个班里面大概有一个到两个会完成这个算是比较复杂的进阶控制。好，就他进来的时候要先侦测萤幕长宽，所以程式很多部分呢，原来写死的都要变成活的。好，那个地方就比较复杂。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带各位来练习做的就是会分成了这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要把画面做好。好，画面做好。那画面上的设置呢，上面都有参考的这个做法。那么每一次呢，大家做完以后，可能就一搞就要一节课两节课，学生动作也是比较慢。那做好配置以后，然后我就要让他执行模拟器，然后截图。所以每一次上课呢，他的作业就是要截图截图。那你看这个一二，那第二个是背景，你配置做好了以后呢，就开始呢要来写程式呢画背景。这个背景是画出来的。18行18横列，每一个方块呢是20个像素×20个像素。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你们看到这个它的样子就是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初用的模拟器大小就这么大，我画起来差不多18×18就这样，每一个边长取20，差不多刚刚好可以塞满这个画面。好，模拟器的画面大概刚好塞满。好，那如果说你用的模拟器不一样，这时候你可能你的就行列就不一样了。好，那再来的话，蛇，好，蛇它的结构呢是由什么？由行跟列组成的，前面是行，后面是列。哦，那我只有大概简单一下。哦，这里我不会那么仔细的跟学生讲说，哎，这是什么意思？反正它大概就是这样子，有一个蛇，那你要想办法把蛇画出来。那再来的话呢，蛇就开始要走，蛇怎么走？蛇怎么走？那蛇的走呢是依照它的方向去移动一个位置，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叫做它的位置在哪里，它的方向在哪里。好，那蛇的位置，因为蛇呢它是一个清单，它里面呢有六个环节的话呢，就有六个节点，每一个节点可能有一个行跟列的位置，行跟列的位置。所以呢，蛇的位置我们定义是第一项，第一项呢这个它的这个行跟列代表就是蛇的位置，用它的蛇的头的位置。那蛇的方向是上下左右。好，它有四个方向，那所以等一下呢，也要处理根据它的方向呢，往那个方向加一格。好，所以蛇要走。好，所以你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到第四个做完的时候呢，蛇就可以在画面上根据上下左右就移，它这样跑来跑去。好，那再来第五个呢，就要出现果子。哦，果子，那果子呢，它一样就在某一个位置画上去。好，它的位置它有行跟列。那么果子跟蛇它们之间的互动。只有呢，蛇到底有没有吃到果子？蛇有没有吃到果子？那蛇吃到果子呢，是代表蛇的下个位置跟果子的位置相等，就代表吃到它了。好，那吃到它怎么办？哦，这是要另外再处理。好，那再来的话呢，后面游戏的控制，它一定会吃啊，但是它现在碰到边界，它程式就会荡掉啊，所以现在开始要处理呢，结束。那结束就是碰壁或者自己吃。那当然上面呢有一个暂停按钮。还有重新启动按钮怎么去处理，所以整个程式的切就分成这六大部分。好，六大部分。好，那这个是分析这个问题。好，分析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就可能请各位呢就开始呢进入到我们的 snake 部分。来，在这里呢请各位呢就建立一个专案。好，新增专案，那你就打一个叫 snake 或是 snake。好，那你看呢、啊、你后面要加一个代号什么之类的。啊，因为我是八年级，所以我都会打一个八开头，这样八年级班级班等等的。所以各位呢没有关系，你就照自己的建立一个专案名，记得不能中文哦，中间不能有空格哦，不能用简号，好，一些特殊符号不能用。好，所以这个名称呢
要特别注意，然后我们就建立一个，它会产生一个新的完全空白的这个，那么因为后面在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画面画会超过这个范围，所以这里面的预设部分呢，我会把它改成这个，用平板尺寸来看，这个大小会稍微大一点点，它原来的这个大小呢，行动尺寸呢，你等一下在画那个的时候，这边可能会超出去，不然这个灯再先不动也没关系，那么就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 Snake 1这里，那 Snake 1你会发现它在做什么？画面配置。那这里面的部分呢，就照上面所提到的。那这里面我稍微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好，这里面呢，荧幕的部分，这刚刚上两个作业都练习过了。APP 的名称，允许卷动，它的 SIM 的部分，它的那个那个叫做什么 ？SIM 不知道怎么翻译。好，有预设就可以了。标题叫贪吃蛇。那么它的配置呢，有一个水平配置。那么这个水平配置里面有放两个标签，两个标签分别是得分提示跟得分，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一个，各位看一下，它的萤幕上面这个贪吃蛇这几个在这里，然后呢这个水平配置指的是这一栏，这里面只有两个元素而已。第一个标签叫得分提示，但是注意到哦，得分提示呢是什么？是我前面的那个物件的名称，显示在萤幕上是得分两个字，显示在萤幕上这得分两个字是显示在萤幕上的字，那它里面我这边有写有没有得分冒号，这有没有？所以呢最上面这个水平配置里面放的是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标签，它的标签里面放的是什么？是得分冒号在这里面，所以这整个合在一起，它在写程式的时候，程式的名称叫做什么？叫得分提示，是得分提示哦，不是得分。那得分呢？是后面这里这个数字，这里面放了多少？预设是零，是零，所以呢，最上面这个水平配置放的是这两个东西。那里面呢，到底要多大？这边我告诉各位了，它的高度呢30像素，宽度呢380像素。所以呢，在做这个的时候呢，各位来看一下，就按照上面来讲 ，APP 名称叫 Snake。允许卷动，装置预设，这个叫贪吃蛇，所以这里面只有这贪吃蛇三个字呢，可能就是要自己打。好，那么各位可以看到这里面呢，就是像这样子，所以呢后面的这个 snake 部分哦，这个 app 的名称啊，图示这个部分就这个背景图片上面就不用放背景图片了，因为你放颜色也没有意义，因为等一下画上去它就看不到了。好，那后面的话呢，它这里面有这个这里面萤幕方向启动。这里有一个它的 SIM 的部分，我想的装置预设的部分啊，标题这里啊，你就打贪吃蛇。好，那这个贪吃蛇就这样出来了。那上面第一个的配置呢，就是水平配置，在哪个地方呢？界面配置这里。好，在界面配置，你就拉一个水平配置拉出来。好，它看起来就会很奇怪，像这样。好，很奇怪这样。那上面呢？对，我跟各位讲，这个水平配置的部分要做什么呢？高度30像素，宽度380像素。好，那这个部分完全就是经验值，这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作业，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等一下，30像素，对，然后呢，它的宽度呢刚刚好，算好就是380，确定，好，你会发现这里面它的宽度这样啊，里面要放两个东西。两个标签在这上面有告诉你，一个叫标签得分提示，一个叫标签得分，这个里面，所以这里面呢也是要请各位呢把它很快速的把它弄上去，那这个部分呢就让各位自己来，这个地方就是回到你使用者界面，然后把标签很快速的放进来一个，然后后面再放一个，然后把里面的内容改好就可以了。所以水平配置里面呢有两个标签，它相关的属性跟名称建议是放在这个地方。那后面呢接下来放一个东西叫画布。画布。画布呢比较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呢？是它的宽度跟高度 380， 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至于说字体大小跟线宽，这个不是很重要。因为后面等一下呢我们在画线，在画方格的时候呢就会指定线的宽度多少。它这个画那个格子，它不是用细细的线画哦。它是用一支很粗的笔，这个笔的宽度是20，这样画过去，而且是画20个单位，水平移动20个单位，这样就画出一个格子。它并不是用一条一条线构成的，
它是直接一个比较粗的笔，宽度20，扫过去就是一个方格。所以这地方画方格，各位要注意到哦，它不是一条一条线，哦，也就是说在这里不是画线，它是画这个格子，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画，画过去，然后再间隔一点，再画过去，再间隔一点，画过去。所以它不是画出上面这些水平跟垂直的直线哦，不是啊。所以20是哪一个部分？是线中间那一条？每一个格子，这个格子的宽度。啊，是格子的宽度。对对对对对。哎，格子的宽度。等一下我还会给图再给你们看哦。所以后面这个地方呢，大家在这里就要赶快拉一个画布。画布在哪里呢？在绘图动画这里。绘图动画这里有一个画布，哦，把它拉过来，哦，那这里面呢很重要，就我刚刚讲过的这个宽度部分，哦，其实其他部分你其实都还没做，等一下程式还是可以写，哦，还是可以写，哦，所以呢它的高度宽度就380像素，哦，这个麻烦各位呢就把它填上去，宽度也是一样，好，填上去，那你会发现像这样是不是好像就看不到边了，所以我才会讲说呢，这个地方把它改成用电脑尺寸预览，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边，哦，但是这个只是预览而已，真正的宽度不是这个宽度，我只要是因为我要看到这么边，等一下我要底下放的那个零件如果没放好位置，它可能就会偏掉，哦，就偏掉，哦，那这个是属于画布的部分，那底下呢又有水平配置又两个，有没有？这个水平配置里面呢要放三个按钮，1、2、3，三个按钮。这个水平配置里面也放三个按钮，最后再拉一个叫计时器，哦，叫计时器。所以呢，后面的部分一样哦，在底下你就到那个界面配置的地方，哦，然后呢水平配置移过来，有没有这个？那水平配置呢，建议你是一个一个做，哦，一个一个做。那这里面都有告诉你说它的宽度多少，它的高度自动，它的宽度呢380，哦，所以你可以照这个东西来做，它的宽度。380，等一下，怎么样？哦，为什么你要两个水平配置，不用一个表？也可以，也可以，可以。那好奇你要两个水平配置的原因？没有什么原因啊，我只是要让它多拉几次而已。哦，你可以改，你就刚刚上一节课讲过的，我用一个表格有没有几乘几？那你把它塞进去，一样可以，没有人说不行。啊，你也好奇，没关系，没关系，啊，好，那这里面放进来，哦，就是所谓的水平配置，哦，其实这里面呢，本来我也有想到啦，就是像刚刚讲的几乘几，对，那我会发，你会发现在那里面几乘就会写的好好多，干脆我就把它切成两段，哦，那我只是让它去多练习水平配置在干嘛。好，里面三个按钮，那各位呢就把它放进来，哦，三个按钮。箭头怎么画，啊？箭头，嗯，自己打。我是说，那这个文字。如果说不想用箭头的话呢，自己打 up 也可以啊 ，down 也可以，你打那个文字也可以。好，就像这样的方式。那上面我告诉你说，它的配置的要点在这里，有没有？它按钮出题，哦，那我是这样子，高度、宽度填满。好，哦，高度跟宽度啊，底下其实是一样的，好，哦，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既然是这三个的设定一样，所以呢，我刚刚早上有稍微提过，你可以按它，按 Ctrl 键，这样一三个一起选，有没有？三个一起选，然后在右边就去勾。你如果说想要粗体字啊，它的字体大小好像20是不是？好，哦，大一点，哦。然后呢，可能它的高度、宽度都是自动，我，哦，这边有高度、宽度，都是填满，不是自动。哦，那在这里高度啊填满，你可以试一下它的效果会什么样子。就这样，它刚刚好会分配在三个，刚刚好就这样贴齐，好，哦，贴齐，所以这个水平配置就弄完了。那再来，你可以再提示一下你如何两个一起选到的，在这里点 Ctrl 这样。是点错地方了，我点错地方，哦，点错地方了。好，那再来界面配置的地方一样，再拉一个水平配置进来。好，哦，这个设定呢跟刚才一样，哦，一样，它就是高度自动，宽度呢380像素，哦，一样呢是拉进来，这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啦，那一样呢拉出三个按钮，它的设定呢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好，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耗时间啦、啊、哦，就是上面要把它设定好。那最后一个的话呢是计时器，好，那计时器呢，各位要去找一下，它在感测器里面。好，在感测器里面呢，你可以看得到计时器，那你把它拉过来，那因为它是非可视元件，它就放在这底下，好，就是计时器这一个，好，就这样。大致上所需要的元件呢，就这些，好，就这些。你的按钮会平均分给就三分之一站好。嗯。但我的按钮不会。填满，填满，高度跟宽度都填满。高度跟宽度都要。都填满，对对对。那所以呢，当初我在让学生呢做这个的时候呢，做到这里，那理论上呢，它的模拟器应该要跟上才对。所以呢，各位如果有打开模拟器呢，你应该去做重新更新模拟器的动作。让它里面的内容看是不是会跟着变，如果没变的话呢，你可能就像现在，因为刚刚已经停留 太久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可能断了，这时候怎么办呢？连线你就让它重置连线，哦，模拟器让它重置，那重置完以后呢，你再重新按模拟器去连线，然后检查一下呢，你做出来的这个画面上那一些元件那些物件有没有正常的安排在你的模拟器下的固定的位置，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做好以后，我就让他交第一个作业。好，那各位今天呢，我们就没有让你们交作业了。好，所以大家看自己看看，在你的模拟器上面能不能正常的预览出看到这样的东西。我如果用两个那个水平配置，它就可以填满。我如果用表格，它就不给我填，只好改成水平配置了。那表格的那个宽度你就不能够，你都要自己设它的宽度、啊、高度高度要自己抓，我自己设的话对啊，你不是还要我、那個、没有没有没有，我要多加分题啊，哦哦，那个大小就不是不是就不是写死的、啊、好，那各位是不是就可以像我这样画面这样都做出来，那但是因为我上面呢字都没有打、哦、所以呢它就呈现的比较难看的画面、哦、这个什么什么上下左右这个东西、哦、这个按钮一按钮二等等、我来我这边因为我有一个 Word 档，我用复制的好了，不然我要打很久了，你知道用积木程式就是这样子，很讨厌哦，对啊，没办法，用文字程式就可以，对啊，实在是那记得做完的时候，让模拟器跑一下哦，好、哦，让它画面跑出来，然后确认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好、哦，看有没有问题。
那么计时器的话，那个地方的计时间隔呢，它原来是预设是1000，请各位记得把它改成500。它的意思是每隔0.5秒钟呢会执行一次，0.5秒钟执行一次。也就是说呢，贪吃蛇呢在上面走的时候是0.5秒钟。那你要是觉得太慢，再把它变快一点也没关系。所以这里的话呢，画面的配置大概就要赶快呢先把它完成到这里。好，那从早上呢的练习，大家可以发现呢，那个组件列表，也就是这个物件它的名称的部分呢，是写程式会去用到的，所以你要一定要弄得很清楚，什么水平配置一，什么得分提示得分，有没有？那 PA pose up， 什么 restart 等等 ，left down right 等等，这些呢，等一下呢，像那些按钮，等一下就会说，当 up 被按下去的时候，当 pose 被按下去的时候。当 left 被按下去的时候，所以写程式的时候会用到名称，是物件的名称。那右边那个属性呢，就是呈现给一般使用者看的画面，看的内容。真正程式在 code 在写的是哪一个呢？是物件的名称。你是针对那个物件呢去做操纵，操作它的一些属性啊，或者方法等等。所以这里是不是第一个作业应该完成哦？好像这个作业我们学生呢要做2个小时两节课，各位呢现在如果做完的话呢，不到30分钟做完了，所以理论上呢我们是6个小节应该是做得完的。好，其实前面这一个是比较麻烦的。好，那到这里第一个做完了哦，来，好，那再来我们再看到 snack 2，请问各位是不是可以了？好了哦，可以哦。好，那接下来呢进入到 Snake 2，那我们说这个时候 Snake 2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画的是18×18个方格。那请各位呢要把这个讲义把它打开来看一下。这讲义里面呢有告诉你，那上面呢我有画了一些格子，告诉你什么叫做行，什么叫列。那我们这里定义的行跟列跟那个 APP 里面的上面的那个表格的行列刚好相反哦。就是这我讲的这个行是我们一般我们讲的是 column 嘛，列就是 row 嘛，横的跟直行跟横列嘛。可是呢他当初在翻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它翻译颠倒，我也搞不太清楚。反正就是这样子。好，那么在这个图里面各位可以发现，作业二里面呢要画18×18个方格，大概像这样格子。好，那格子的坐标呢我有帮各位算出来的。好，各位看一下，这里面你会发现呢X 坐标它左上角是00哦，一般来讲，我们一般的程式员，几乎所有程式员啊，只有 Scratch 例外，Scratch 的原点在正中间，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绘图的程式员的绘图像它这样子的，我们多半是左上角是00，而且我们只有正的，不会有负的。好，所以左上角 X 0 ，Y 是0。那我的画法是这样子，我要从呢零这个位置，那画到哪里？画到第20的位置。这样它的宽度刚好是20个像素，然后呢再从第21再往下画，然后再画20个，然后再从42再从63。所以各位上面看到的这个坐标呢指的是前面这5个方块它刚开始的 X 坐标。X 坐标。那再来呢你看左边这里稍微被遮住了，什么10啊，再来这是多少啊 ?31 是不是十，为什么是十呢？为什么不是零呢？刚刚有讲到，我刚刚是用一支很粗的笔呢，从左边画过去，画了20个像素，从左边画过去。那这一支笔的话呢，它的宽度、它的高度到底多少呢？不知道。目前呢，我希望把它设定成20，所以它的中心点就是十。所以这个笔呢，下笔的地方 X 坐标会是零。跟十，好，零跟十，好，各位稍微注意到一下，好，那下一个下笔的位置呢？当然就下一个格子的中心点，所以这上面呢，我有把它，应该是没错吧，所以是十，再来就31、52、73、94，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我刚刚讲过，我画格子不是用线来画的，而是直接一个很粗的笔画。水平移动20个像素，一个格子就画出来了。好，所以刚开始我让学生画，就是要来画这个东西。那到底呢
要把它画成什么颜色呢？它的程式是这个，所以这里有一个叫初始化。好，所以在这一个里面呢，讲到一个前面没有讲过的，也就是当你的程式一打开来的时候，会执行的动作。当你的程式写完一执行，然后它会执行的动作在做这个。好，那各位可以发现它的动作是这么：第一个，呼叫画布清除画面，把这个画面清干净；再来，画布设定画笔颜色。那我这里面呢，刚好就利用这个机会呢，顺便跟学生讲，因为他们现在八年级，八年级呢，差不多在第二段考还多少，他们教那个理化的光学，刚好在讲 RGB 三颜色，好，刚好在讲在这里，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不用里面固定的颜色，我故意让它去做合成的元素 RGB， 所以当初我在这里讲这里的时候呢，有一个补充。我们知道呢，在做网页的时候，有网页的那个色码表，有没有？我让他们用那个色码表，自己呢从那个什么几进位、十六进位去转换变成了十进位。那么从十六进位转换成十进位，各位呢这个部分我今天大概就简单提一下。其实我们的小算盘也做得到，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试过？哦，可能太久没有看了，不知道原来小算盘可以这样玩。好，那记事本呢？各位可以发现，这里面它是标准，你该选成程式人用。这里面有几进位，有没有？哎，对对对。所以其实呢，我在上八年级的位进位转换，我也是用这个来上的。好，我就不用直接呢，再去写什么程式去做这个转换。所以呢，这里面 hex 对不对？那至于说怎么转，那个是另外细部教学的问题，在教说他们进位怎么转换。那另外，但是我现在是马上要用，所以呢，这个 hex 多少？如果点这一个。那我输进去了就有 ABCDEF 这个有没有，比方说 FF， 那学生就知道说哦 FF 就是255，那至于怎么转我先不讲，这是八进位，这是二进位，哦，所以呢在这里面可以做这样的转换动作。所以在当我在讲这里的时候呢，我会补充让他们去哪里呢，网页上找那个色码表，哦，去找那个色码表，因为在色码表里面呢我要填 RGB， 我说哎，老师的这个它是背景颜色这么难看，你不要做像我这么难看，你要自己选一个颜色 RGB 三个颜色。好，那接下来呢，各位看哦，这里面的画那个所谓方格的方式哦，我先画这三个四个，我用箭头指的这个画线，你看它是用画线的哦，所以画因为这个线很粗，所以是从这里有没有？第一个零，下一个呢是多少？零跟十嘛，对不对？零跟十。所以 x1 y1 有没有，然后在 x2 y2 呢是20，因为我只要画20个，所以水平移动20，然后再10，对不对？所以这样可以画出第一格。那第二格的话呢，从多少21，然后再画过去，有没有？所以刚开始前面的穷举我是让他这样做的，有没有画出第一个横列的五格。那现在又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又下课了，学生又开始画，他又怎么做？因为同样碰到问题哦，我们学生都很认真的呗，哦，这样画好高兴，然后就他就一看到哎规则有了，咚咚咚，就很努力的一格一格画。等下下一节课他又来骂我了，老师你又怎么不早讲？你会偷偷提示他吗？我会讲，哎，会稍微提示一下。所以我在告诉你的这个过程，这个我不是要让各位打这个，有没有人找打这个啦？有啊，哇，这么厉害啊，真的。其实呢，我是要让各位看一下。有没有你找到了什么规则？有没有好，哦，你找到什么规则，欸，原来这样子，那你后面这个20是怎么来的，是怎么来的，我把它拆开来，因为我要对应到我前面的10啊 31 52，我要对应到这个东西，有没有，欸，这个好像是错的是不是，哦，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0 21 42 63 84，就是上面这个0 21 42 63 84，有没有，是水平，我现在是画水平的，所以从这里的话呢，你可以发现什么？这你都要带他们做。刚开始的时候呢，千万不要一开始就告诉他，哎，重复怎样做？除非说学生呢程度已经够了，不然我是觉得说，程式员的教学一开始你就教他说用套回圈来，他的死记硬记，他也不知道你在为什么。好，哦，那像这个问题呢，我就跟我们学校老师谈过，但我们的那个组长他说他在大一的时候呢。才刚学那个程式的回圈，他为了弄清楚那个回圈在干嘛，自己 trace 了好久，他才终于懂了。你看他在大学，他才搞清楚怎么回事。所以你一开始呢在绕圈圈，其实小朋友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开始就先这样，一二三四五。啊，后面的话呢，怎么简化？在这里，
有没有？从这里，从这里把它变到这里，好，变到这里。那你会发现，从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这个 x， 然后就可以从哪里做到哪里。然后呢，里面呼叫画布的地方，这里有没有？你就可以发现取的 x， 这个 x 就是水平坐标，从零到多少？ 357， 每一次增加21，因为从这个地方可以发现，你看零、21、42、63、84，是每一次都增加21。好，从这样去找规则。那如果说你直接一开始涂这里就跟他讲找规则，我觉得小孩子呢没有那么快，倒不如让他试着去画。那刚开始的学生很高兴，他这样画出来啊，下课时画他也是很高兴的，把一整条画出来啊，对，只是上课的时候你跟他讲可以这样，他就傻眼了，哦，就这种情况。所以中间的过程啊，后一直教一直教到后面，学生每次看我在写的时候，他都问我老师，等一下是不是又要把这些删掉？他一直会重复我这句话哦。老师，等一下这些是不是要再删掉？老师，等一下你刚刚做的是不是要再删掉？真的，我从头到尾一直讲，一直在删掉，一直在删掉。哦，会有这种情况。那我再强调一件事情：刚开始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没关系，一行一行写。哪有人说写程式一开始一定要写回圈的？没这回事，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其实要建立一个观念：写程式，我用穷举。为什么不对？也是对啊。而且各位，如果你有试过 Scratch 的猫咪，它在画正方形，你们试过？你用穷举的方式在画正方形，跟用那个重复四次在画正方形，谁比较快？如果你去试的话，你试看看，你用穷举的，哎，什么向右移动多少，举转90度，然后又多少，有没有？你去画一个正方形，跟它重复四次画一个正方形，你看，你用穷举的，你几乎看不到猫咪在动。但是你用重复四次的，你会看到猫咪在上面跑。很明显的，在那个情况下，穷举是执行速度比回圈来得快的。好，所以要有一个概念，不是说程式写得很漂亮，它的效能就好。No， 不是这一回事的。好，所以呢，我在这里就是一直跟学生强调说，没关系，做不出来就一行一行做，但是不要忘记了教一个习惯，做了很多行的，回过头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规则？总不能一直这样做下去，做了18行吧，是不是？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跟大家提到，所以呢，各位到这里就会产生一个用 x 坐标画出这样的情况。到这里还没完哦，还没完，还没变，这还是太复杂了。在这里，它有那个什么，它的错回圈长得很复杂，你会告诉他呢，就是以前的重复回圈吗？其实你不需要去刻意讲。他，你就跟他，你就演给他看，哎，一开始 x 多少零，那下一个时候呢变多少？因为加21，所以变21，然后你再绕一圈变多少？再加21，再绕一圈，你不要刻意去强调说那什么 for 回圈什么的，我觉得对他来讲那个是额外的负担，他也不认识什么叫 for 回圈啊，真的，反正就跟他讲，像这个指令就可以绕圈圈，而且我可以知道说呢绕几圈，而且控制每次增加多少都可以做得到。那，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会有一个变数的名称在里面。这个跟 Scratch 的那个，我每次用 Scratch 的那个重复几次以后，我们都还要再弄一个变数在外面自己去里面加一，有没有？那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真正有用的是这个东西，而不是莫名其妙的重复20次。为什么是357？啊，最后一个。357加21不是180。从这里加。最后这一个，最后这一个，每一个都掐21、21、21，在这里。我以为终点是380。没，不是，对对，会有一点的误差。他为什么要用380这个数字？整数。确认一下，没有，不是刚刚好，不是刚刚好。哎，380比较大，嗯。所以你在做那个侦测人家大小的时候，你就要自己算了。假设你的格子固定是20，你要去除以20，看能算出多少格。那么其实呢，让各位做到这里，你会发现这个程式还要再改哦。大家先听我讲一下，等一下，不然你做到最后，你会说老师你又不早讲啊，又来了哈，哦。来，我们先看一下，我只是让各位体验一下这一点。其实不管你在教模组化，还是在教重复结构，记得一件事情，我教了那么久了，我最喜欢做的就是开始，管它上线，先一行一行照。就先穷举再说，
先穷举再说，我觉得这个每一个小朋友都没问题，他绝对不会有问题的，然后再带他回头来观察一下。所以这个地方是第一个穷举完的结果就变这样了，有没有？那零啦到三五七，可是你会发现这个数字还是很难看，虽然有二十一，好，二十一虽然是相差二十一，有没有？所以底下我又做了一个简化，在这里我要把清单的概念拿进来，各位看这里，有没有？我把刚刚的零、二十一、四十二等等，看右边这里，看有没有这里，好、哦。原来的话呢，我要记住第零、第二十一、x 二十一、x 四十二、x 六十三。可是这个对我写程式来讲很麻烦。如果呢，我就知道这个就是第一格、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所以呢，我引进了一个清单，这个清单的名称呢叫做行转 x。这是第一行，它对应到 x 叫零。这第二行二十一，第三行四十二，第四行，所以你会发现第几行是很好记的，可是坐标多少很难记。好、哦，那我在讲清单阵列的话呢，我会跟学生讲，虽然这个数字有规则，但是这规则很难记，那我会把像这种很难记的数字放到清单里面去，让它怎么样变成有顺序的排列，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我们当初在讲阵列的时候，不就是希望达到这样吗？散乱的数据，当我把它放到清单里面去，它会变成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就好像你在演奏音乐的时候，用 Scratch， 你的什么音高、音长，音高、音长呢，完全没有规则。如果你把音高跟音长放在两个阵列里面去，然后呢，两个阵列摆得很长，那一个回圈就可以把这首音乐演奏完毕。因为你只要播放他们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一个回圈是不是就做完了？而有一年呢，我在教清单阵列的时候，我就用清单玩音乐，我就这样教，先让大家打一首歌曲，先穷举，然后请他们把音高音长分开来，放在两个阵列里面，然后用一个回圈，轻易的就把这首歌演完。那学生就会告诉我，哇，啊、那个女生讲的是，有一个女同学看完这个时候，老师哇，好屌。他的老师学生的那个反应上，我觉得这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你会发现把那个无序散乱的资料放在清单里面，让它变成有顺序。那我现在就在利用这个做这件事情，因为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我很清楚在这里面什么叫第一行、第二行，但是呢坐标多少我没概念，我没概念，我记不得，好，我会记不得。所以呢这里面又用一个技巧，利用什么？把刚刚讲过的这些坐标全部放到清单里面去，然后呢，把清单的 x 换成行，换成行，那后面呢怎么变？跟前面这个变法其实是类似的，因为这里也是要取得 x 啊，有没有？这里要取得 x 啊 ，y 我还没动哦，我现在动的是 x 而已哦。各位看到，在这个程式里面，你会发现。我是先把原来的 x 坐标零三五七，每一次增加二十一，改成行，从第一行到第十八行，每次增加一行。那我的 x 坐标怎么拿？从这里面去拿什么？拿第一行，所以这里面就会取到零，这里面呢一样取到零，然后让它加二十，会变成就是二十，有没有？二十。所以第一行画到这里，有没有？第一个方格，那第二个当 a 当行变二的时候呢？什么？取到第二个，第二个多少？二十一。所以这个跟上面的对应其实是一样的。这里是用 x， 有没有取得 x 坐标？这样写的话呢，其实三五七二十一很难记，你记不得它到底在哪个位置。可是看这个很清楚。好、哦，所以这里面呢，清单带进来。好，所以我一般在教这个清单，我不是很喜欢说做一些，我总是希望说呢，把一些我刚刚讲过的散乱无序的东西，或是觉得那个虽然有序，也是序的很奇怪的东西，放在里面，然后让它变成很简单的一到多少的排序，好，变成这样子，然后呢，用这种有规则的东西，可以来处理这种没有规则的数据。好，我觉得
清单的用途应该是这个样子会比较恰当啊，哦，不要说那清单一定要拿去做什么用途，那但是它一定是配合重复结构，就这样。所以这里面各位应该看得懂哦，这个选择这个清单，选择它的第几行，然后呢，如果说是第一行的时候，就会取到零，有没有？那是 X1 就是这样子，啊 Y 现在不动，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只有处理第一行，好，哦，第一行，好，哦，第一行永远它的 Y 坐标永远是十，永远是十，好，哦，好，那到这里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啦，就是我把复杂的数字转换成很简单的行，但是我要透过一个清单在做这样子的行跟 X 坐标的转换。好，那这个我大概先讲一下，它意思是这样子。那后面的部分呢，处理 Y 就一样哦，一样的做法，有没有？各位可以看到呢，处理 Y 的话呢，是一模一样的做法，哦，它的方式呢也是一样的，哦，那各位可以发现这中间也是穷举，你会发现，你看第一个，我把这个行从1到18这个1到18行，有没有？那每次增加1，这里面是10，可以画出第一行。这里面如果31呢，就画出第二行，就像这样，会得到三行，这是第二行。那第三行呢，应该是第三列啦，横的叫列嘛，对不对？第三列 Y 是52，那一样哦，做到这里。哦，又来了，学生又问我，老师是不是等一下又要删掉？哦，又来咯，哦，那怎么办呢？你会发现呢，这里面每一段它都是一样，只差别在 这三个数字而已。所以这个地方是有规则的，10 31 52，那我会叫他们先算算看，10 31 52，最后一个第18列到底是多少。哦，然后各位看一下它的演变，变这样 Y 进来了，中间那个行1到18它不动的哦，里面这里本来是固定的，本来这里是写死的，10啊31啊52，现在这个地方变成取得 Y， 有没有取得这个 Y？ 好，变在这里，所以上面呢是10到3671，有没有10啊？所以最后一格是367 Y 的坐标，这个是学生我叫他慢慢这样帮我数出来的。好，班上总是有几个比较灵光的，他帮你算出来最后一个367，然后这个地方再来又要再用一次什么东西？转换列转 Y，哦，又来了，又跟刚刚的动作，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个事情我一共做了两次。那通常来讲呢，很难学的就是像这样双重回圈，有没有？单一层回圈学生就已经快要搞乱了，双重回圈其实它的负担又更大，哦，又更大，哦，所以这个部分这一个部分其实我上了蛮久的，哦，两节课那上不太完，哦，所以这个地方，然后呢，像这里就只有讲给学生通听。现在这里是 Y， 我跟刚刚一样摆成列，我要1到18，那同样的，我把刚刚那些数据10、31等等等等等，有没有全部呢丢到一个叫列转 Y 的清单里面，哦，然后呢，我一样取得它的第一项，取得第二项，取得第三项。用这种方式，当列是1的时候全部都是第一列，当列是2的时候全部都是第二列，第三列一直到第18列，所以到目前为止这样就可以把最后的结果画出来，所以完成的作业会变这样，嗯，这是变这样的，其实就这样，这只是说它这个是内嵌跟外挂的方式，这写成这样直的，啊，这边是写成横的，其实是一样的，哦，一样的，啊，这个做出来大概就像这样子了，大概像这样子。好，那这里的程式呢，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完成，因为那程式完成度相当的麻烦。我看一下，我这边如果说有程式呢，我把它丢给你们。我这边其实，都已经帮各位其实准备好了。各位可以发现我这边 snake 12345678，有没有？这个其实就是那里面的程式啊。主要今天呢不是就基本程式设计，当然如果说你没碰过，就练习一下。好，那其实呢，我在这里我本来是比较希望说呢，有在教程式员的老师哦，稍微呢就是看看听听看看看我是怎么在阐述这个部分的啦。好，那等一下呢，我把这个程式呢我丢到那个一样就在那个讯息的地方好了。那各位等一下呢把它下载下来，在这里专案这里有一个叫什么叫做汇入专案，它的原始档案叫 AIA 档，叫做 AIA，
哦，叫 AI， 所以等一下你汇进来，它程式就是这一个。那执行的结果呢，就像这样，有没有？哎，你说老师啊，那刚刚写了半死干什么？是吧？不，至少呢，你学到说，你知道说我是怎么转过来的嘛，对不对？我那个把它丢到那个 Snake 2的地方哦， Snake 2的地方，我在2的地方，因为就是要做那个背景嘛，对不对？我再传一个档案上去。好，那我把刚刚那个 Snake 2的部分的那个程式呢丢上去了。好，那各位呢，如果说在这个 Snake 2的地方哦，上面有一个程式，这个叫做 Snake 底线 8XX 底线2，有没有这个程式？好，那请各位呢就把它下载下来，那用汇进去，那汇进去，那你的程式呢就会跟我一样到这个地方，好，到这里，好。我们就带着各位啊，因为如果要让各位慢慢写的话呢，我怕时间上就来不及了，是上不完的。好，那就大概知道一下我的用意在哪里。好，为什么说啊，我里面呢要先从穷举讲起。好，我先处理就是行的部分，然后呢会有一个这个行转 X 的清单出现，然后会有一个处理 Y 的时候呢，先穷举，然后会有一个列转 Y 的那种清单出现，然后就让它变成很单纯的。就是第几行到第几列是很固定的，1到18，我把问题呢把它简化掉就对了，哦，简化变这样。所以呢，你跑完以后呢，自己检查一下，看看你的这个地方是不是跟我一样会出现这个，是不是呢能够画出来啊？你要觉得说这个颜色灰灰的不好看，那你就自己想办法把它换成别的颜色。老师，那个画布300万乘300万没办法全满怎么办？超过了，你一定要把。哦，你的意思说你在设计这个画面这里这个是这样子？画布300万乘300万，我发现已经拉到最下面，已经看不在这看不到六个按钮。哦，你是说在这里设计画面的时候就看不到吗？对呀、啊。哦啊，所以这里我就说，这里我把它改成用平板电脑尺寸预览，就看得到它了，把画面变大。这个地方本来是这样，这样就看不到嘛，对不对？本来是行动电话尺寸，按、啊、你把它往下选，第二个叫做以平板电脑尺寸预览，就看到比较大的范围。但是你真正在上面跑也不是这么大，这只是说让你能看到的范围变多而已。因为真正跑起来的话就是380像素，就是照那个，真正跑起来就380像素。好、哦，这画面这只是一个预览，只是大概的样子，它不精确、哦、你不要以为说。在上面设计的就那个样子，不对，真正要在模拟器或者手机跑才真正的结果。好、哦，这上面只是暂时的而已，哦，暂时的而已。老师，你可以再试一下刚刚你说你上传的那个档案是在 Snake 2 里面这个档，把它下载回来。你可以点一下下载吗？点它这个。右上角有三个点。哦，然后在新视窗开启。啊，还要在新视窗才有一个下载按钮，就这里才有下载。对，没错。我们以前呢，跟学生讲都是叫他按右键呐、啊，对不对？就是你看到这一个，按右键一样，按右键在新视窗下载，新视窗，那这时候就会有下载按钮，这时候就会有，哎，就像你如果说你做了一些什么 Word 啦或者 PowerPoint 有没有，或者让它下载的时候，这些点那不会有这个下载这个按钮，所以呢，你就针对我的这个 Snake 这个 AIA 档按右键，在新视窗开启就可以了。好，那再来呢，我们就看到下一个贪吃蛇呢要继续的往下跑了。是那个二的部分呢，虽然到这里，但是后面呢有留下一个伏笔。来，大家呢看一下这个画面哈、哦，哎，这个地方。那么这里面呢，各位看哦，这里面呢你会发现你画的这个18×18方格，虽然到目前为止你只有这个18个方格，因为前面你有玩过贪吃蛇，我刻意把这个画面抓下来给他们看。好、哦，我会说呢，你去观察。这个背景好不容易画出来了，然后呢，等一下呢要画这只蛇，还要画这个果子，他们这三个物件，可能哪一个部分的程式可能是一样的，哦，虽然这里问的是有一点点比较麻烦一点，可是你这样问大概还可以想象一下啦，有哪一个部分的程式，假设你要再写一个程式画蛇，再画这个。会有哪一个部分的程式是一样的、哦、所以这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个提示，大概就在讲这件事情、哦、那么这里面其实呢就在做这件事情、哦、我们可以发现呢它里面呢都是由画方块组成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呢
把那个画方块呢把它独立出来，好，画方块独立出来，这个地方就在讲模组化城市设计啊。各位不要看了，这上面19，这我之前错的哈，这讲义呢是错的，这就不要管它了。你要用你现在正常的这个来做哦。所以这个我给你的讲义这一页是错的，以前呢这个大小错的是1到18，这整个都错掉了哈。哦，所以这个线宽也不对，线宽这是20，这也错掉了。哦，但是不管怎么样，中间这一堆城市，中间这一堆城市，你会发现这一堆城市其实就在做什么？就在做什么？是不是在画方块？这一堆城市就是啊，你要觉得说这样纵向不好看，就把它变成内嵌，变成横的，哦，这横的直的是从这样来换的啊，或者是说你要觉得这个方式呢要太长的，这个也可以改，每一个都可以改它自己的。有没有这样变成内嵌以后，看起来好像就比较不会说那么长啊，就这样，有没有？哦，有没有？这里面呼叫对，然后呢，画这些东西哦，就这样呼叫画布在做这些东西。好，所以这里面画布里面啊，画什么东西？画 X 跟 Y。好，那把它变得看起来比较好看的样子。那这一些东西其实就在什么？就是在画方块。所以呢，我在。这些东西我会把它独立出来，让它变成一个独立的画方块的模组。哦，那我需要输进去，告诉它第几行几列就可以改了。所以这个拉出来以后，还有一个线的宽度也要给它。不好意思，这个要弄出来。哦，因为你在画方块的时候到底多宽多大，所以拉出来。这个地方我们在过程这里就可以定义我的程序。好，那我的程序名称就叫做画方块。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画方块，画方块，嗯 ，OK。然后呢，画方块呢，如果你把它拿进去，这样也可以啦，也可以。但是呢，这里面的行跟列它就打一个叉叉，不然是什么东西，有没有？所以呢，我需要行跟列两个参数，所以点这个，然后呢，这里放进来，放进来，我需要两个参数。那建议各位先不要放进去，放进去你等下这两个没办法打，好。现在上面我有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叫什么？叫做行，哦，那下一个呢叫做列，哦，我需要两个参数，哦，然后再把这个拉进去就没问题了。好，这样呢你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很重要的制定积木，这个制定积木叫画方块。好，哦，那不管呢你在画蛇或什么一定会呼叫它，你只要给它行跟列，它就会在那个位置画出一个正方形。所以你不觉得说这个画方块对这整个城市来讲它的核心就是这一个，有没有？从刚刚的比较这很重要。那这里的执行，这里你就可以呼叫画方块，改成这样，呼叫画方块，行呢就从这里取得行，列呢就从这里取得列，参数给它，城市照样可以再跑，你可以再重新给它更新一下，重新更新，然后看看你的程式跑出来对不对，还是对就代表没错，哦，就代表没错。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呢就独立出了一个画方块的模组，哦，那这个就是这一章里面很重要的观念，把那个能够要重复使用的那个程式区段有没有把它独立出来，哦，那让它呢变成一个独立的模组，这个就是我们在提到呢模组化程式设计它的精神，不就这样吗？哦，因为我要后面我要产生的三个物件，第一个物件呢就是这个画方格，哦，这最多啊，等下还要画蛇的身体也是一格一格的啊，哦，啊，果子也是一格一格的，所以呢我只要跟他讲在哪里哪一个行哪一个列画，他就会画上去，你要讲颜色画上去他就画一个上去了，哦，所以这个模组部分让各位这样来做可以吧，哦，应该有做出来，哦，做完的时候你别忘记了，你要再给它 refresh 跑一下看对不对了，哦，看对不对。好，那这个地方呢就在提到模组化程式设计这个部分。那你看这里我 还更贪心做什么呢，在这个初始化里面呢 我根本就是什么程式都不想画，我只想留一行叫做画背景，叫做画背景有没有？我只想留下一个画背景，所以呢，我再把里面的东西又把它拿出来，变成一个另外一个独立的模组，叫做画背景，叫做画背景。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呢？后面呢，再按那个重新开始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呼叫画背景，让程式重来啊，
重来。所以这里面你会发现，这画背景，所以刚开始只用一次，刚刚开始的城市都在里面嘛，你就全部再把它拉出来，变成一个画背景。所以呢，如果真正写法就是像这样，你在这里把这一块哦，全部拉出来，让它变成一个什么？来，过程这里定义一个名称，就称它叫什么？画背景，画背景，就这样，然后把它放进去，有没有？那这里初始化做什么啊？很简单，呼叫画背景，没了。那啊，像这个做完的东西，你觉得它很 OK， 没问题了，你可以像这样点两下，把它藏起来，避免困扰。它等于把它当做一个黑色盒子来对待，一个黑盒子，有没有？我知道它一定没问题，呼叫它就对了。所以呢，程式一开始画背景，画背景就是画出这些格子。你会发现在思考问题的话呢，有没有变成那个很 detail 的部分，往上拉到更高层次来思考这些问题，把问题的思考方式是不是简化了？因为底层的东西，画背景就是画方格，你都写好了，然后呢，想事情就想，哎，画背景就会画出来。所以我们在谈呢，程式设计里面的模组化，它就在讲这件事情。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各位透过这个程式呢，就稍微体会一下。那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像我这样。啊、如果 你要检查它出对还错，点两下打开就可以了。如果你一直放在这里，你的画面上会乱糟糟的。所以呢，我在教这个的时候，也是顺便在教学生，试着要把这个层画面上摆好。你要看到这个行转力那么大，很麻烦，点两下把它缩小，可以。需要看的时候再打开，你会发现画面上变得很简单，没什么东西。我的注意力全部在哪里？一开始就是画背景。就是画出这些格子就对了嘛，对不对？好，好，那再来，再要再继续哈。好，那这个部分呢，这个 Snake 二就结束了。好，那再来 Snake 三，我们要干嘛呢？要把蛇画出来了。哦，好，那蛇怎么画出来？蛇的结构的话呢，在这里告诉你什么二维清单，所以其实是不用讲，你只要跟他讲说呢，它有很多个格子构成，每一个格子都有它自己的行跟列。比方说前面这个。第十行第九列，第九行第九列，第八行第九列。那你知道它第几行第几列呼叫，它直接画出来的嘛，是不是？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画蛇。好，那这里面呢，第三个部分就在这里。那我预设的蛇都在这里。好，那他老学生我说老师你为什么弄这里，我就说我随便乱画的嘛，对不对？好，那蛇的位置注意到啊，我故意在这里。这个位置，因为它是第十行第九列，好，写到这里的话呢，就不要再去想什么 x 坐标、y 坐标了，不用想了。你只要想呢，从这边算过来第几行，这边算下来第几列就可以了，有没有？是不是问题变得比较简单了？不用注意 x 坐标、y 坐标，因为那个 x、y 坐标的转换由那个清单帮你转过去了，哦，就不用理它。好，那蛇一二三四五，哎，这是五个环节而已。是不是好像少掉一个？好，那它的位置就在这里。好，我的蛇的结构是这样子哦。好，那我们现在呢需要来画蛇，在这里。好，那怎么画蛇呢？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一个蛇的资料结构。蛇的资料结构我讲过哦，它是一个清单，但是它的清单呢又怎么样？里面又有一个清单，所以各位看看清单里面的清单，这个不就是二维阵列吗？其实也不用讲那么多啦。你就建立清单，然后每一个里面呢有两个元素，那怎么办呢？来到这里，我们首先呢变量这里，我们就建立一个，好，在这里，你可以先在这里。好，这个变数呢就叫做蛇。好，各位等一下，你现在更必须去做哈。然后它是什么？它是一个清单，它是一个清单，对不对？那么它是一个清单，那清单里面呢？每一个有要有几个环节呢？我现在是六个环节，所以我一定会先跟学生讲说，哎，里面有六个环节，一二三四五六，好，六个环节。那每一个环节里面要放两个资料啊，要放行跟列啊。那这个格子只能放一个资料，那怎么办？怎么给它放两个资料，再放一个清单进来？哎，你会发现这个里面第一个环节可以放两个资料。那这个要放多少？哎，放我们的数字。哎，你只要跟他讲呢，这第几行？第十行，然后第几列？第九列。
好，原来蛇的资料结构就是这样。蛇的资料结构就这样。那在这个地方呢，对我跟各位讲，有没有蛇的资料结构就这样。好，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第三个环节，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总共有六个环节。所以这里面呢，总共有六个环节。那这个程式呢，要请各位写咯，自己把它加上去哦，用复制来改就好了，就这样子哦。好，你就是复制这个积木哦，然后呢把它放进去哦。那你说为什么要弄六个？我只是呢，要让学生知道说，啊，这个蛇呢不要一次开始就一个格子而已。那十九，那这个就是九九，那再来就是八九，第八行，再来第七行，第六行，再来是第五行。好，好，就这样，蛇的资料结构就这样。好，一共呢有六个环节，好，六个环节。那么现在呢，我们怎么把它画出来？哦，怎么把它画出来？好，底下呢这个画蛇一样呢，我也是在初始画的地方。现在这边都是穷举，都在穷举。那我怎么把蛇画出来呢？首先第一个，我要决定蛇的颜色。哦，所以呢，我要设定画笔颜色，画笔的颜色。哦，那画笔颜色，我这边写0250，这是 RGB， 所以是绿色的。哦，画笔颜色。那再来呢，绕圈圈呼叫画方块，然后就可以把蛇画出来。所以画蛇就这么简单。哦，所以这里面各位发现在初始画这里哦，来，我要画蛇了。我首先呢要设定蛇的颜色在哪里，画布哦，在画布里面有一个画笔颜色，画笔颜色在这里哦，设定画笔颜色。现在这里还是在穷举，然后接下来呢它要设什么颜色啊，哦，这个就把它拉到旁边去好了。它的颜色，那我也一样呢，让学生呢在颜色这里，所以用这个合成颜色这个来做，就是 RGB 三个颜色嘛。如果你是 RGB 这样子，这个就是红色的蛇哦。如果你不动的话，它就红色的。这个我先把它摆在这边来，等一下干扰。好，哦，红色的蛇就类似这样子哦 ，RGB 三颜色哦。啊，如果说你要跟我一样，这个改成零，那这里就是那225比较没有那么绿，然后比较稍微浅一点点，就这样。那设定这个，那接下来呢，要把这个清单的资料一个一个弄出来。那因为我们知道它有六个环节，六个环节，所以呢，如果你要一个一个画，在这里我刚开始也会，学生也会说，老师你又在做白工了，对不对？好，那什么意思？设这个，那我现在要呼叫，我如果只做一个呼叫画方块，那我要画方块的蛇行跟列哪里取？哪里取呢？哪里取得行跟列？这个就问题比较大了。我要取得行跟列，怎么从这里面取？各位看一下，这里面它会有两次哦，会有两次选择，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不太容易懂。好，来，我先做给各位看。我要取得蛇的第一个环节在这里，选择清单，所以你知道清单是哪里？蛇。好，好，然后我取得第一个环节。好，那我一定问学生说，哎，请问你，你取得的第一个环节是什么？第一个环节就是这一个，它里面其实有两个元素，有一个是行，有一个是列，所以这里面这一个，它取到的是 这整个一起，所以又要再把它拆开成两个，又变成第一个元素，第二个元素，所以怎么办呢？还要再用一次清单里面这个选择清单的这个结构。有没有？然后呢，他当作清单，然后呢去拿他的第一个元素。学生这里常常会听不懂。那如果这一个复制，把这个一改成二，他会拿到哪一个？所以这一个，这个拿到的这个是这整个在一起的。我把它拉开来，这个九十跟九都被你拿到了。他会同时拿到两个，但是这一个的第一项，所以这就是十，这一个的第二项它就是九，哦，所以呢在这里拿过来，有没有？那我们就把这个当作它的行，当作它的列。好，哦，这里呢因为一层再一层，所以搞不太辛苦。好，哦，那我们呢让它连线更新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画出一个，哎，有蛇第一个节点画出来了。好，哦，所以呢在教这个的话呢，他必须
从一个一个慢慢这样讲，他没有办法说一下子就把这整条蛇画出来，在学生大概 太困难了。好，那因为这里面呢牵扯到说他每一个环节他都是一个行的坐标跟列的坐标组成，那你要取得它怎么办呢？你必须不断的使用，我觉得这个用久了他就会了。选择清单第几项，选择清单第几项、啊、因为这个第一项拿到的是这一个，那里面又分两项啊，这一个拿到这个啊，我都用对照给他看，这个拿到的是这一个，那他的第一项就是十，他的第二项就是九，所以这里为什么要摆上去，为什么这里又再用一次一跟二，是这样的意思、哦、你只能够用实体上这样跟他说明、哦、那这个也没有什么理由，就是用习惯了就知道了，用习惯就知道了，有没有？好，那这个地方可以画出第一个，那第二个怎么画？复制呼叫画方块，那要改哪里？这是第一个环节，改成第二个环节，第二个环节，这是第二个环节啊，有没有？那你给它更新一下，哎，他画两个，有没有？第一个第二个，对不对？然后再来，学生又很快乐的继续画，不会，他们现在就学聪明的，不做了、哦、因为他知道等一下老师又要删掉，对不对？好，所以一样，这是第三个环节，第三个环节，好，我们就把它更新一下。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有没有三个环节？好好，那到这里各位又发现我又在穷举了，有没有？所以你会发现这些积木都长得一样，它其实是都长得一模一样，就只有哪里变哪里变，只有后面这个一二三这样一直变，只有变后面这个数字而已，其他都不变。那碰到这种情况呢，哎，我又跟学生讲怎么啦，又什么又来啦，好，然后又来了，绕圈圈的指令又出现了，哦，又出现了。好，一到五，那是数字，那怎么办呢？那学生会讲，哎，很聪明，老师放进去，好，放进去，然后我们就让他执行一下，哎，这样会画几次？会画出几只蛇？蛇的身体？老师他们就说，哎，一到五五个啊。我说，那我们执行看看，更新一下，画了半天一个，为什么一个？为什么一个？你重复了五次有没有？为什么只画一个？因为呢，你永远画的是第一个环节，你永远画的是第一个环节。好，那我怎么让它变呢？不要永远画第一个环节，哎，就是这个数字。那我上面写的是项次，一样，它只是一个变数名称而已，这没什么太大意义，改成它，有没有？那我们再让它重新更新一下，哎，画出五个环节了，有没有？画出五个了。可是五个环节，你说老师、啊、那蛇不是五个环节，六个环节啊？那都简单，这里把改六，改六。那又问题来了，万一这个贪吃蛇一直在吃到果子，身体一直变长，那你永远只画六。所以我后面呢，有的时候到后面跟帮学生 debug 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蛇永远是六，为什么呢？他这边地方写死的，所以这里不能六，不能五，要什么？蛇的长度，在这里清单有哪个地方可以找到蛇的长度？清单长度这里，求清单长度。那这清单是谁？这是蛇，拿过来。好，那后面这些就都不要了。好，所以他们说常常说，老师你又在清垃圾了啊？对，好，然后再更新，你会发现这个蛇画出来了。所以呢，这个指令其实也不是很难啊，它就是一直呼叫这个画方块嘛啊，因为你的资料结构定义好了，然后画方块就能够呢把蛇咚咚咚画出来，这样可以吗？好、哦，可以哈、哦。这个那画蛇就这样子差不多，但是呢画蛇呢它又是写成这个哎这种像这种流水账的方式，这样一路往下写，我会又会希望说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模组，各位看一下能不能变这样画蛇，然后告诉他蛇的颜色，那、啊、他就画出来。把这些东西呢换一下，那其实动得很简单，一样就在这里把它拿出来变成一个画蛇模组。所以在这里各位看哦，动哪里？把这些整个拉出来，整个拉出来。在这里我们呢再定义一个模组，叫什么？叫画蛇、哦、叫画蛇，就这样。好，那画蛇呢呼叫它放进来就可以了。那有学生写到这里都不动了，它的蛇固定就这个颜色也 OK 啦。但是我会希望说呢，
蛇能够变颜色，有的时候呢蛇边走会变颜色的，那怎么办呢？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能够用 RGB 三个颜色来改更好，所以呢我会希望在这个地方、哦、它的输入项目呢能够让我去调整它的 RGB。 其实这有目的的，为什么呢？我们蛇要往前走，其实呢蛇你设定它的颜色画上去，它往前走其实是要把原来的擦掉啊。那如果呢你能够用背景的颜色当蛇的颜色去把蛇画上去，等于就是把蛇擦掉的意思。所以这里面设定 RGB 其实有用意的，在画蛇的时候如果 RGB 用背景颜色就是把蛇涂掉，然后呢换一个原来颜色，哎，就蛇的颜色。那你会觉得说奇怪，这个动画怎么那么麻烦啊？没错，在这里面呢其实应该 跟小朋友讲说，真正的动画不是说像你的 Squish 这样，哎，猫咪往前走它就往前走，没有那么简单。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不断的在做擦掉重算位置画上去，擦掉重算位置画上去的动作。现在呢等一下画蛇，蛇在走就会出现这样的动作。那这里面呢我就给它三个名称，刚好跟他们的理化呢刚好相关，就叫做 RGB 三颜色。好，他们八年级刚好在讲这个部分，所以这里蛇的颜色就不能固定了，就不能固定了，然后就怎么办呢？就移过来取得 R， 移过来取得 G， 移过来取得 B， 有没有这样子？取得 RGB， 那这个地方就只要呼叫画蛇，然后把这个参数给它就好了。RGB， 对，那你要是觉得这样直的不好看，按右键让它变成内嵌，横的也可以。所以呢，画蛇的程式我就做好了。哦，现在变成更高程式来讲，哎，画背景画蛇，啊，这样程式的执行。它就这样子而已，没有什么，就是画蛇就这样。哦，我有一个画背景的程式，我有一个画蛇的程式，在哪里？就在这边，有没有？画蛇、画背景、画蛇。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可以把画蛇的程式独立出来，所以 Snake 3也结束了。好，那你这里的话，让各位试试看那个清单的操作，那里呢要会，就是选择清单第几项，选择清单第几项。啊，因为它的结构呢是二维，所以选了一次清单以后还要再选一次，哦，要做两次。在 Snake 3里面我又传了一个 AIA 档上去，哦，各位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哦，画蛇的部分。但是这里面呢其实我有预留一个伏笔，就是画眼睛，哦，目前呢我们就暂时眼睛不画了，哦，画眼睛的话呢你就必须去算出它的位置，哦，然后呢能够正确的把圆呢画在那里，哦，那目前呢我们先做这个贪吃蛇是没眼睛的，哦，像这个我都是课堂上都当作加分题的，哦，那刚刚给各位看到那个学生他的眼珠子画出来，其实画眼睛也不是那么容易画，你如果只画一个 眼珠子画在正中间，不管你向哪个方向转来转去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你是画两个眼珠子那就问题很大，当他转一个方向的时候你的画又画不一样的方向，哦，就不能用固定，比方说你可能画成上下两个眼珠子，当你呢蛇转的朝上的时候总不能也是上下两个眼珠子，要变成左右两个眼珠子，所以呢这个地方会有问题。好，所以各位刚刚那个画蛇如果你进度还没赶上来了，赶快呢到 Snake 3那里把那个 Snake 8XX-3 的那个程式呢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呢就请你把它汇进来，哦，把它汇进来。好，那我们等一下呢继续往下呢要来做 Snake 4的地方，哦，Snake 4的地方。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四个作业，哦，蛇呢开始要来走了，哦，蛇要开始来走了。那蛇到底怎么走呢？那大家呢把那个讲义自己把它打开来看一下，哦，它的蛇形第四个部分叫蛇形。那么蛇形的话呢它的位置呢它到底要向哪个地方走，它要由它的位置目前的位置跟它的方向来决定。那么前面我们有讲过，我们把蛇的第一个环节呢视为这只蛇的位置，第一个环节，哦，那蛇的方向呢到底向哪里，我们必须指示它。那所以这里我需要一个变数叫蛇的方向，各位看讲义上有写，哦，
设定蛇的方向是 R， 就代表蛇呢预设是向右边。那后面呢这里有一个上下左右，这是什么？在操纵那个按钮。当按钮被按下去的时候，只是把蛇的方向改成这样子而已。所以请大家呢先把这个蛇的方向还有这四个按钮的程式呢先把它写出来。好，那各位如果看我的画面上就这样，我这些先把它缩起来，这些好像转换这个都没问题的。这一些如果你觉得程式没问题了，就把它像这样缩成一行，这样就好了。等一下呢有问题再把它叫出来看，不然画面上呢会乱乱糟糟的一大堆东西，很麻烦。好，那接下来呢我刚刚讲过说我们开始要来操纵蛇的方向，所以我要一个变数叫蛇的方向。好，那我就开始在变量这里我就建立一个区域变数全域变数，它叫做蛇的方向。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请各位简单打一下它不是很复杂。好，蛇的方向我就要一个变数，然后里面呢我用一个文本文字来代替它，所以这里面呢就打一个字母。好，假设预设蛇是向右边走叫 R。好，叫 R， 向右边走。好。好，因为这个操纵是牵扯到呢这个按钮，所以这里面就开始来了，有没有？这里有一个 upper left， 就上下左右，上是这个 upper， 所以你要点左边这里哦，你的这个物件自己产生的，点它，当它被点选，哦，那当它被点选做什么事情呢？设定蛇的方向，一样记得变数里面藏了两个积木，在变数每一个变数里面会藏一个取得一个叫设置，那我们现在是要设置它，那设置它的方向呢？你可以用复制的。好，因为是朝上，那我只是用一个 U 来代替而已，这没什么太大意义，它只是我要指示。那因为等一下程式呢我会去判断这一个全域变数到底是 R 还是 U， 才决定我要不要向下一步走，才决定要不要向下一个位置走。所以呢上下左右这要做好啊，你可以用复制的来做，有没有？这个是 up， 那你点下去应该找得到 down， 上下下这个改成 D。好，你就用按右键复制，那它会出现叉叉是因为一样的意思，然后上下这个改成左 left， 那这里就用 L， 这样就会比较快一点。然后这个按右键复制，然后把这个左呢向下拉改成 down， 上下左右错了 right 才对。好，那这样一样用 R。 好，那这样简单的这四个所谓的按钮程式就写完了。好，这四个按钮就写完了，上下左右就这样。好，这四个按钮，好，那你可以点两下都把它缩成最小，这样子节省了空间。所以上下左右这个没有做什么，它只是呢等一下蛇在走的时候会去看看这个变数里面向哪里，它再决定朝哪里走。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先请各位先赶快把它做好来，上下左右用蛇的方向一个变数呢来控制，那你上下左右点的时候呢它会改变那个变数的内容。哦，就这样而已，这边程式呢没有什么。那重要的是底下这里，好，我们开始呢蛇要往前走，要往前走，那蛇要怎么走呢？蛇要怎么走，那各位看一下这里面呢有一个叫做启用计时器，它的观念是这样子的。好，各位这个先稍微听我讲一下，它的程式执行呢一开始会去先找初始化，一行一行往下执行，当初始化执行结束了，事情就不再发生就停了。所以呢你的程式呢如果只有初始化，然后程式就停在那里，画面是不会动的。那你要让它画面动怎么办呢？我们这里面用的一个观念叫计时器。那各位刚刚还记得这个计时器的话呢，我上面不是填了一个500吗？500吗？代表500每隔 0.5 秒钟，它呢这些放在计时器呢这一个区块里面的程式每 0.5 秒钟会执行一次，会执行一次。那我先跟各位解释一下，在计时器里面这个在做什么。在计时器里面前面呢一开始呢在画背景的时候，计时器先要给它设成不要启动哦，不要启动就代表说程式不会跑这个不动，然后呢就把背景画完，把蛇画出来，然后再把计时器设定成真，这时候控制权呢就会交给计时器。好，前面的地方把计时器的功能先关掉，然后把背景画完，把蛇画出来，
然后再启用计时器。那当计时器被启用为真的时候，这个初始化就不干他的事了，程式的执行呢就跳到计时器。那计时器会怎么样？这里面会再绕圈圈，一直绕圈圈。怎么绕呢？每隔 0.5 秒钟啪执行一次，在 0.5 秒钟啪执行一次，在 0.5 秒啪执行一次。好，那你要让它执行什么？我们开始呢要利用计时器让蛇往前走。那刚刚讲过往前走的观念是什么？要先把蛇原来的身体把它擦掉，然后呢算出下个位置，然后再把蛇画上去。所以各位注意看哦，我前面这一个画蛇用225225225，这是什么颜色？背景的颜色，就是这个背景灰灰的颜色，对不对？好，所以第一个动作这个画蛇不是真的画蛇哦，而是把蛇擦掉，然后会呼叫一个算出下个位置啊，下个位置怎么算？等一下再说，下个位置怎么算？那它会有一个独立的程式在这里，怎么去算出下个位置？那要知道下个行下个列，那等一下再说。好、哦，那下个位置假设算完了哦，你已经知道下个行下个位置知道了，然后呢也让蛇呢跑到哪个位置去了？好，然后再把蛇画出来。我们呢从比较高层次来思考，就是把蛇擦掉，然后算出下个位置，那在下个位置把蛇画出来，然后再隔 0.5 秒钟再把原来这个蛇擦掉，再算出下个位置，再画出一条新的位置，然后蛇就会怎么样？每隔 0.5 秒走走走走，就这样观念、哦、所以它的程式写法在计时器是在做这件事情的、哦、那右边的那个下个位置怎么做？等一下再说。我们先带各位呢，就先把呢那个做出来。比方说呢，你觉得下个位置不知道做什么，没关系，我们知道呢，它是一个程序自定积木，你就在这里先写一个叫做什么下个位置。那等一下呢，我们再看下个位置干嘛？好，下个位置就这样，就叫下个位置。好，那里面是什么？先管它去的。好，那再来就要开始做什么？针对计时器去做启用动作了。那这里看到计时器开始的时候呢，计时器我们要先给它设定启用哦，不用，不是持续计时哦，不要弄错哦。计时器启用啊，在我们的初始化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要先把它关掉，设成呢假哦，设成假，在开始的时候设成假。好，然后画背景，画这个画完了，再把这个计时器复制过来，设成真，这时候控制权才会交给计时器。那后面呢？计时器在哪里？找出来，在这里。当计时器开始计时，会执行的动作。那这个里面呢，就是每隔 0.5 秒钟会跑一次，跑一次。那第一件事情干嘛？画蛇，复制过来。但是画蛇就不是这个颜色，这是绿色。可是呢，我刚刚讲过。这个画蛇呢，其实是画背景颜色，用225225啊，225这样三个 RGB 合起来，刚好是不是这背景灰灰的？哦，所以呢，你会发现啊，因为为什么你知道这个？因为你看你在你画背景这里有没有225225在这里，数字在这里有没有？所以你的背景如果不是这个颜色，你就要换成你的背景颜色。好、哦，学生常常会搞不清楚，老师这为什么他画这个颜色啊？然后而且这里颜色他给他乱用。结果呢，他的蛇开始走的时候会拖一个尾巴，啊，边走尾巴越来越长，越走越长，就是奇怪，为什么蛇一直走后面尾巴越来越长？哦，因为他画的颜色不对，不是背景色，没有把蛇擦掉，画成另外一个颜色，所以他边走尾巴边拖出奇怪的颜色，一格一格多出来。那、啊、学生也很高兴，他说我就是要这样，啊，那没办法，哦，所以呢，这个啊错误的时候也是也很好玩啊。第二个要怎么样呢？呼叫下个位置。所以越到后面去，因为我一直在强调模组化的观念，所以呢到这里我在讲说这样弄，小朋友大概没什么太大意见，他反正就说哎，反正就是这样子、哦、呼叫下个位置、哦、然后怎么办呢？再去呼叫画蛇，哎，这样就对了，有没有？但是这样程式执行这里没有，他不会动作，他就是在那边擦掉啊，因为闪烁的太快了，所以根本你也看不出什么结果，那更新你看到什么东西看不到，因为这个时候呢，蛇是涂掉又画上去，涂掉涂上去，一直在那边闪，可是因为你看不到，
哦，所以呢，它蛇还是停在这里不动，哦，不是说城市成本都不会动了，哦，因为它的下个位置你还没帮它搞定，哦，还没帮它搞定，哦，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呢，这个下个位置怎么做？那里面呢，我要两个变数，叫下一个行下个列，因为它到底呢，因为它的方向不一样嘛，有没有？我不是说向右、向左、向上、向下，是不是？所以呢，它会动到的就是行跟列，到底会动到行还是动到列，不知道，好，哦，不知道。好，那没关系，我就先设定下个行下个列。那下个行，我先取得现在的行，各位看得懂这个意思吗？这个是不是拿到蛇的第一个环节？有没有？玄玉蛇是不是第一个环节？第一个环节的第一项，刚刚有讲过，这是不是就是行？我们先把下个行先把它取得。下个行先设成现在的行，那再来去判断哦，蛇的方向到底是 L 还是 R， 因为跟行有关系的是 L 跟 R， 有没有？当是 L 的时候，行就要减一，向左嘛，对不对？当 R 的时候要怎么样？行要加一，所以这个程式各位有没有问题？到这里，这个行是拿到蛇现在的行，然后呢？判断蛇的方向，再决定它要加一减一。好，哦，底下这个下个列取得第二项，这就是蛇的第一个环节的第二项，就是它目前的列。那列有关系的是蛇的方向的 U 跟 D， 向上列就要减一，向下列就要加一。到这里有问题？没有问题哦。好，那你现在呢已经算出来喽，跑完前面的部分。行跟列，下个行下个列你都知道了，那接下来要做什么？我就必须呢在蛇的第一个位置把你刚刚算出来的这个行列把它插进去，把它插上去。所以原来呢它有六个环节，它在头的地方就怎么样子会放上这个，我会把新产生的这个行跟列放在第一个环节，这个插到第一个环节意思各位了解哦。那你会发现原来六个插进去一个是变成七个，七个那样就不对了。那所以呢必须把蛇的尾巴的这一个，你看蛇的长度的最后这个要把它删掉，要把它删掉。好，各位看懂这个意思吗？你取得的行跟列，然后最后呢要怎么样把尾巴删掉，这样蛇就往前跑一格。各位懂意思吗？懂不懂？我刚刚讲这个。这个为什么说要把它取，也就是说我算出经由呢 L R 还是 U 跟 D， 用它来判断说到底行跟列谁要加一减一。那经过前面的运算，你会发现你得到的下个行下个列就是你要的，然后把它两个组合成一个新的节点，然后把它放在蛇的第一个位置。好，那你这样插进去，你的蛇原来是六个环节，再插上一个就变成七个环节。所以呢，你就必须把尾巴删掉。如果你不删掉，我们来看一下会怎么样。就变长了。我又要重置连线。各位可以看一下哦，有小朋友呢，因为没有做这一行，所以呢，他的蛇呢就会很好玩啊，边走，然后长度呢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好，那大家没关系，不用急，等一下呢，我这程式也会给你哦。所以说，你就先稍微看一下他那个结果。你们发现蛇在走，它的长度呢有没有变短？没有，这样就不合理的嘛，对不对？可是呢，至少说你会知道上下左右是 OK 的。向下的时候，它求得下个位置，然后就去画蛇，有没有？上下都没问题，有没有？哦，那这程式它会宕掉，跑到外面会宕掉，这正常。哦，因为我们没有判断呢，超出边界怎么办？哦，怎么办？所以呢，这样程式要放进去。把尾巴删掉，我们再让它重新呢更新一下看看。好，但是它走有没有？它往前走，尾巴就删掉了。好，所以呢，它维持原来的长度。好，它会维持原来的长度。好，蛇呢就会开始走了。这样子有问题？没有哦。好，那我把那个程式呢把它导出来，然后我再丢给各位。好，那个程式呢我把它丢上去了。哦，大家呢去把它下载回来。哦，那是那个四的部分。你的蛇呢就可以开始行动了，哦，就可以开始动了，哦，这个部分来，那这部分请各位呢赶快跟上来，哦，
各位可以的啦，至少你听懂我在讲什么那个逻辑嘛，对不对？好，那至于说消化，那就慢慢来，好，慢慢来。这个部分呢，可能要一点点时间。好，不过让你听懂啊，你又做不出个成果来，就会觉得嘛，好像不知道在干嘛啊。好，其实当初我在设计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如果在那么短的时间要带各位来做 coding 啊，有人动作快，有人动作慢，那一定慢的人呢，到后面就已经不知道在做什么哦，因为前面一直往前追啊，后面都会追不上来，所以我就先前有些预估一下，我就把程式分阶段先这样存，我想说这样对各位来讲应该是会稍微好过一点，不会说因为前面没做完，后面你就可能没辙哦，不至于这个样子哦。好，再来剩下两个部分喽，我们是不是能够呢很快速的把它写完哦？那第五个部分呢，就要开始来讲果子了。哦，果子哦，有没有？好，那各位的程式有没有都下载下来了，装上去了没有？啊，那你的贪吃蛇可以动了吗？可以吧？哦，都可以哦，应该都没问题了哦，应该是可以动啊。如果说它跟我一样出现这个宕掉，那就算了，没关系，它就是一直这样干扰你。好、哦。好，那么再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果子的部分哦，果子的部分，那果子呢到底怎么处理哦？这个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它的这个地方的分析部分，看一下这个果子的部分呢也是一样的情况哦，它也是一样哦。那么同样的哦，我们需要一个画果子的动作，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初始画完蛇需要一个画果子哦，因为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开始走之前就要产生果子，但是呢产生果子它在哪里，它牵扯到乱数问题，它也一样是由两个位置组成的。那果子这个就比较简单的，它里面呢就含两个元素，它不是二维，它就一维而已，它就是前面一个元素后面一个元素，两个元素而已、哦、一个是行一个是列，第一个位置是行，第二个位置是列、哦、所以不要把它变成一个二维清单，因为它只有两个位置而已。好，那它的位置怎么来呢？它是由乱数产生的。好，所以等一下呢在画果子这里面我们需要呢用到一个新的区域变数，它叫做果子新位置。那么它怎么来的？它也是一个清单，它上面要有两个元素，第一个元素呢1到18乱数，好，1到18一个乱数，那第二个呢1到18乱数。好，那等一下呢你要做这个，这一个条件呢在哪里呢？在控制这里，它是比较奇怪的哦。那各位看一下，当满足什么条件，这个积木会比较新。当满足这个条件，它会在这里绕圈圈，绕圈圈。什么条件呢？检查呢果子的新位置是不是在蛇的身体里面，也就是去看这个清单里面有没有这个资料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蛇呢它是一个二维阵列，每一个元素里面就是两个两个两个这样子，那这个果子的新位置它也是一个，虽然是一维阵列，但它有两个元素，所以它会在里面去找每一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有没有含这两个位置，第二个环节一个一个帮你找，在里面只要满足它，就代表说你这个果子呢产生就在蛇的身体里面，那果子在蛇的身体里面是不合理的、哦、是不能让它这样子，所以呢在这里如果满足这个条件就要怎么样的绕回去，在这里继续再产生一个新的，产生新的位置然后再去判断，所以在绕这个圈圈呢是在干嘛，你产生果子的新位置必须保证它不在蛇的身体里面、哦、不能够在蛇的身体里面，那在蛇的身体里面就不知道算是吃到还是不吃到，就这是麻烦的。好，那么如果检查完了没问题跳出来，然后呢果子的新位置要设定给痊愈果子，果子外面这里就是痊愈的果子呢，这才是真正果子的位置、哦、已经算出来确定没问题的，然后呢就设定一个果子的颜色，那225这是红色的，果子是红色的，然后呼叫画方块也一样，它怎么画方块，非常的简单，果子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行，果子的第二个项目就是列，然后就可以把它画出来，有没有、哦、所以这个程式呢其实没有到这么的复杂、哦、那我们呢带各位来看一下，我现在呢需要一个画果子的程式、哦、那在哪里呢，这个真讨厌、啊、下个位置不管它，那我们呢在哪里，
在这个初始化这里，我需要一个化果子的程式。好，那你可以呢，把它重置一下好了，然后不要乱来。好，化果子一样，我们在这里过程这里定义，好，然后呢，这里面叫什么？叫化果子。好，化果子。好，假设这样子，化果子。好，一样，你就是自己做一个这样子的自定积木化果子。好，先这样。然后呢，这个程式怎么写？等下再说。我们知道画背景画蛇，那接下来当然就是干嘛？呼叫画果子，要把果子画出来，好，画出来。然后呢，在控制权交给这个计时器，就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定义画果子，有没有？那我们一样需要什么东西？一个果子的全域变数，这是果子真正的位置，哦，它是一个空的阵列。所以在变量这里呢，我们就建立一个，哦，那这个变数名称呢，就叫果子。好，那它是一个清单，它是一个空的清单，好，空的清单。那么接下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试着呢要去找出来果子的它的位置在哪，因为它是一个乱数，我们暂时呢需要有一个暂时的变数呢来求乱数产生的位置，但是这个位置对不对不知道，哦，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变量这里我们要定义一个区域变数，有没有？因为这是暂时的，那我们说这个区域变数叫什么？果子的新位置，哦，你可以，哦，我看一下它的名称打那么长吗？你看，果子新位置，好吧，就照着这方式来做啊，这个真麻烦啊，哦。果子新位置，好，果子的新位置，错了，哦，果子新位置，那果子的新位置呢？一样，它是一个清单。它是一个清单，来，我们把它定义成它是一个清单。它清单呢有两个元素，第一个元素就是行，那行是多少呢？在数学这个地方有一个乱数，之前呢各位没有用过的，在这里，哦，你把它拉出来，它1到18，啊，后面呢它的列也是一样，1到18，这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有没有？那后面的话呢，你要检查清单里面有谁？那你看在清单里面有一个检查。检查是否包含什么？检查什么清单呢？我要检查蛇这个清单。那蛇在哪里啊？你找一下蛇在哪里？蛇在上面。蛇，检查这个蛇的清单啊，这个拉来拉去，真是有个麻烦的啊。检查蛇的这个清单里面有没有包含这个新位置？我要检查呢，这个含在里面啊。如果满足这个条件，所以呢，在控制这里。我要用到什么？当满足条件，当满足条件，什么条件？这个条件，当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我的果子呢还要再重新呢去设置，设置什么？再去乱数。好，到这里果子的位置做出来了。所以到这里你看1到18就在那边乱，一直绕，满足这个条件啊，跳出来以后，这个果子的位置就是我们要的，你就要把它记录下来啊。好，那果子的位置在这里，有没有设置跳出来的地方哦？跳出来的地方设置成什么？你现在新位置，这就是你拿到的，取得它，把它新位置记录下来。哦，刚刚在里面绕的话呢，是找到一个到底这个新位置是要不能在身体里面啊？找到的就设定成全域变数，全域变数。那我们呢，在画蛇的时候，画果子的时候，果子位置在哪里？好，那接下来。就很简单了，就开始要画果子。那画果子就是呼叫画方块，还有呢要设定呢方块的颜色，有没有？所以这个地方你发现，你看这里设定画笔颜色，然后呼叫画方块就搞定了。好，所以一样就到画布这里啊，找一下画布的颜色，来看一下，设定画笔颜色，设定画布画笔的颜色在这里。哦，那看你要什么颜色。如果说，像我这边设定的，假设呢，我的颜色是好，红色的果子，就这样子。然后开始呼叫画方块，呼叫画方块。那行是什么？当然就是什么果子的行，果子的第一项。那果子它是清单，所以这里面你要选择清单，有没有？那清单是哪一个？取得果子。
它的第几项呢？它是第一项，这里面它是第一项，第一项呢就是行，对吧？那第二项呢就是列，复制过来，这里面改成二。好，那果子呢就结束了。那这样我们再让它连线一下。好，各位呢再试试看一下，就是在这个画果子这里呢，取得果子的位置，好，取得果子的新位置，然后呢把果子画出来。那果子的位置它就是乱数而已，它就是乱数而已，它没有什么复杂的，它就是乱七八糟啊，乱来乱去这样子而已。好，所以果子的位置它就是一个乱数，一到十八，但是它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不能够产生在蛇的身体里面，在蛇的身体里面就不行了，哦，就不行了。这里面让各位练习一下，这里面检查清单含有什么元素，然后再利用一个控制的结构，当满足什么条件，会在这里面绕圈圈。好，哦，这是就是画呀回圈的意思嘛？哦，画呀回圈的意思，有没有？这果子就可以产生了，但是这个程式很麻烦，目前呢碰到旁边都会挂掉啊，对。然后吃到果子还没事啊，你看像这样吃到果子啊，只是把果子涂掉而已，啊，没有果子了。对，好，但是至少说它是这样，但是这程式还是有问题哦。各位发现，你看蛇往上走，你如果按向下会怎么样？按向下，蛇这边缩短，其实它不是缩短，它是倒回来走，向这边走，它突然向左走，会变这样，有没有？所以呢，蛇会有那些不合理的形状，学生都很高兴啊，说蛇往下走，哎，怎么不见了？如果你画眼睛，就开始往眼睛往下跑，有没有？然后向左就向左跑，对不对？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说。像这种行为叫做自杀行为，啊，对不对？然后顺便呢，就要上一下生命教育，各位同学，生命是很可贵的，所以呢，千万不要做这种自杀行为。我们等一下呢，再做这个蛇的贪吃蛇，我们要把这个自杀行为把它禁止掉。所以上下左右还要做调整。当它向上的时候，向下禁止按；当它向右的时候，向左要禁止按，有没有？哦，那个是另外后面调整部分，我们就先不管了。哦，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到这里可以呢，把这个产生果子的问题呢，把它解决。哦，这个果子呢先产生，那么再来的话呢，还没完哦。这个果子呢产生了，那再来就是你要处理到得分的问题啊。到底呢什么情况下，像刚刚那会得分有没有？到底什么叫做得分？得分的时候。就不能够把蛇尾巴删掉，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吗？刚刚我们不在说那个删掉尾巴的动作是一直往前走，要把尾巴删掉啊。如果你现在吃到果子了，能不能把尾巴删掉？就不行，好，就不能删掉啊。所以呢，如果说呢，如果说吃到果子，哎，什么叫做吃到果子啊？蛇的下个位置等于果子的。位置，蛇的下个位置等于果子的位置，有没有？好，那什么情况下呢？它程式呢在这里。好，那改哪个地方？点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地方，请各位要去找哪一个呢？下个位置，刚刚在下个位置这里。好，各位不要紧张，等一下我程式会给各位。好，在这里下个位置这里，各位看哦，在下个位置这里，我们是管它三七二十一。这个一定是把蛇呢这个第一个环节放进去，我们管它是一定删掉尾巴，我们是一定删掉尾巴，是不是这样的？一定放进去，一定删掉尾巴。但是呢，什么情况下呢不能删掉尾巴？它有吃到果子的时候，这尾巴是不能删，是不是？吃到果子它的长度就变长了嘛，是不是？那吃到果子以后呢，当然就是，所以呢你会发现你把这个行跟列呢放在第一个环节哦。还没放进去，还没放进去之前，就应该要先判断一下它的下个位置到底有没有吃到果子，有没有跟它相等。所以等一下各位做的时候，就把这个整个绿帅这一块整个把它先拉出来。那我们的如果会写在前面，如果否则写在这里。好，那如果什么，否则什么？如果说。吃到果子，哎，我写了点，吃到果子，吃到果子的话呢，就怎么样子，放进去。等一下，等一下，我们不要讲错了。好，如果吃到果子，然后呢就把这个地方放进去，然后呢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发现，你看怎么样，就得分，处理得分
啊，如果没有吃到果子，这个放进来以后，删掉尾巴啊，这层是旧的，各位不要看到，这层是旧的，这个就是删掉尾巴的动作。这什么设零零，不要照这个。哎，这我这边讲义怎么都放到旧的，真讨厌，真是。好，那做给各位看，如果吃到果子，放进来，有没有放进来？那后面就不要删掉啊。如果没有吃到果子，这个放进来还要再把尾巴删掉。好，那吃到果子，什么叫吃到果子呢？就是它的位置相同，那这个地方比对呢，等一下再说，它是一个等于啊，就是什么等于什么就对了。那吃到果子的时候，它一样插进去，但是后面要处理的是什么？是得分问题。那得分在哪里？在这里，得分。我们得分是不是要加一？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呢，要设定得分的文字，我们要处理的是得分的文字，这个地方要先处理它。得分的文字，那设成什么东西？要加一。那刚刚有讲过呢，这个加一很奇怪，它里面明明是文字，为什么可以加一？哎，它就是可以加，它就是可以加。好，这个得分指的是哪一个？注意到这个得分，得分的文字不是这得分提示哦，得分的文字里面我原来设的是零的，好，所以这里面怎么做呢？就把得分的文字拿过来，然后让它怎么样？加一，数学这里拿过来，按一个一，等一下，一，然后得分。好，那这如果是什么？当然就是一个等于。我先把等号拉出来。好，那到底是什么等于什么？在这边有看到，各位看到吗？有没有清单？就是下个行下个月组合的清单，跟果子是相等的，也就是产生的下个行下个月产生这个清单会跟果子相等。所以这个地方呢，各位看一下，这里面相等是两个清单就相等，后面这个相等是等于什么？是等于果子。所以呢，我要去找一下，找一下果子在哪里？果子在哪里呢？果子在右边啊，找了半天找不到。好，果子在这里。好，我们看一下，来，在这里，这个。然后呢，你刚刚前面产生的下个行下个列组合而成的清单。组合而成的清单要跟它相等，这里面有两个，一个是下个行，一个是下个列，在这里下个行，在哪个地方？跑掉了，这边把它挤掉。下个行下个列组合成的清单会等于它。下个行，那底下呢？我用复制的，把这个地方改成列。如果它跟它相等，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它就是会执行我刚刚讲的动作。好，那我们现在往下往下走，吃到它就得分。各位有没有发现这里就得分？有没有吃到？你说吃到它得分啊，没有果子，所以呢，你会发现还要怎么办？得分了以后，除了这个得分以外，这里还要再怎么？再呼叫画果子，在这里，所以还再加上一行画果子。得分了以后还在画果子，这样呢就不会产生问题了。好，各位看一下，我这个先给各位看一下，这样就好了哦。比方说你现在往上走，好，然后呢到旁边去，按右边走，吃到它啊，得分了，然后呢这时候再画下一颗果子，有没有？然后呢你再向左，有没有？再吃到它，哎，变两分了。有没有？然后再来往下，有没有？啊，再来往前这样子，啊，吃到它，哎，得三分了，有没有？所以到至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就完成了什么动作？你蛇呢在走的时候，那没有吃到东西，它的长度会维持原来的长度。但是呢，如果吃到果子以后，各位会发现，因为我没有做删掉尾巴那个动作，所以呢，它的长度就会变长，就这样。好，那这第五个程式呢，丢给各位。那各位把它叫出来看一下，也就是这时候的贪吃蛇，它其实呢跟果子之间已经有互动了。那最后呢，我们只是做最后的收尾动作而已。好，收尾动作。所以最后的控制的话呢，就很简单，就是结束啊，或者暂停，或者重新启动，还有防止自杀。好，这里面，那大家呢先把程式呢先把它下载下来，我们等一下呢来试看看一下。怎么样呢？去做我刚刚讲过的，
怎么样让它正常的结束哦，至少能够正常的结束哦，可能是碰到自己，或是说这个碰到墙壁。不晓得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有没有啊？还是觉得说上面的操纵好像有点稍微超出各位的这个理解范围。其实我觉得就只有一个啦，就是熟练的问题而已啦。好，这个其实说穿了其实是都很简单的，但是就是各位，因为各位不习惯使用它上面的语言结构，尤其是那个清单的操作那个部分，各位发现在使用一维清单，然后用二维的时候，那就更复杂哦，那个比较麻烦。所以我一直在用一个东西，就是选择清单，它里面的第几项哦，然后清单里面的操作包含什么元素，像这个在 Scratch 里面也有，它是一样的哦，它是一样的，它两个是整个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哦，很像很类似哦，是不是哪一个清单里面是不是含有什么，在 Scratch 里面也有这个东西，只是我们的 AP Mint 呢，它这个做的更复杂，它可以呢展示到所谓的双重，就所谓的二维阵列，它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点哦，阵列里面再放一个阵列，所以你会拿它要拿到第一个环节的第一个环节会有这样两个阶层哦，那这个没有办法，后面如果说呢再教各位去下载那个所谓的Open Data， 它下来的资料结构也是一层一层的，也是这么的多层，所以 Open Data 下载回来呢，它也是一个阶层性的东西，你如果把它汇到清单，它也是多维的阵列，那我们要从里面呢取到我们的资料，像各位看到那个 AQI 指标那能拿出来，它也是经过了好几层才取出来的，好，所以这里面的清单的进阶就是如何呢在二维阵列里面，二维的清单里面，然后呢一样能够很顺利的把它的元素取出来哦，就是选择那个清单再选一次，这样就可以了，好，这个稍微比较麻烦一点，那么后面呢最后呢来我们呢再来处理，那我想说这里面我们大概就先处理了那个游戏正常结束的部分，至少能够正常的 game over， 好，那至于说呢暂停跟那个重新启动那里，我想这就交给各位自己的练习了，我怕时间可能会不够，好，所以呢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处理呢游戏结束，就是说它碰到边的时候呢就结束，那它的程式呢怎么改，我们改在计时器这里，那请各位注意看一下哦，你的计时器这里在呼叫下个位置，在还没有画出下一个蛇之前，因为呼叫下个位置就会确定呢蛇是不是跑到外面去了，所以呼叫下个位置就要判断它的行有没有大于18或小于1，它的列有没有大于18或小于1，如果有成立，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去画蛇了，再画蛇就会产生错误讯息，是不是刚刚我讲的那样子，对吧，如果大于它小于它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程式的改法在这个地方，各位请看，我们要去做的不是在这里，这个下个位置先不动它，回到前面去，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计时器，这个下个位置先把它放到旁边去好了，我们在这里动一下计时器哦，计时器呢在决定要不要画这个蛇之前，下个位置完要先判断，如果在范围内才要画蛇，范围以外就不要画蛇了，所以这里面要一个如果否则有没有，如果否则，那如果什么情况下，如果呢超出范围就游戏结束，那否则呢就继续画蛇，那么蛇继续往前走，那这里面的如果就是很多条件，四个条件或，所以在这里我要用到逻辑里面的或把它拉出来，有没有，那这个或呢我有四个，所以我要拉进来啊，这个部分就像这样拿进来，这各位呢就赶快跟着做哦，那这个地方呢建议各位把它改成外部输入，这样会四个比较明显，好，比较明显，那什么条件呢，什么什么什么，那当然就是去看下个行跟下个列，这个下个行哎，我要用到，那下个列呢我也要用到，哎，我要用到它，用它来判断有没有大于18或是小于1，所以我在数学这里我要拉出这个符号，第一个我要拉出来的是什么，大于，那下个行我先处理行，下个行有没有大于18，好，这个地方填数字18，
好，有没有？然后一样，这个地方你可以用复制的，好，直接复制来改，复制。下个行有没有？这里改成小于一。好，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呢，它就是准备要 game over。啊，下一个的话呢，就是什么大于十八，这个地方一样，里面复制，啊，直接改啊，这个就不用了啊。这个地方呢，就把它改成呢，不是，这个地方行就把它改成列，有没有？改成列，好啊，这个地方你一样用复制过来改，把行改成列就好了，要很小心哦。这个地方，哎，怎么复制到这个？蓝色这个才对。然后把这个下个行改成列，一这样就好了。好，那我等一下我让它重新开始。这样其实呢，程式的执行你会发现有没有碰到旁边不会当掉了，至少不会当掉了，有没有？至少不会当掉。哎，怎么又当掉了？哦，我因为我计时器没有让它停止。哎，那你不是超过了吗？大于十八小于，对啊，为什么还会当掉？嗯，它已经超过了啊！好，我应该到这里就要让它停止。嚯，大于十八，有没有打错？行行列列，没错。哦，这个地方计时器要让它停止，不然的话不让它停止的话呢，它会继续算下个位置。好，算下个位置就错掉了。好，没错。好，所以呢，你会发现当这个情况发生以后，你看在这里有没有计时器把它设成假？所以到这里不要忘记了，我们到这个计时器的地方来。从前面去复制好了这一段，哎，把它拿进来设成假，好，然后我们再让它重新更新，你会发现呢，这个程式它即使是碰到边界，它就不会再往下继续进行的。到这里其实就已经游戏结束了，不是这样吗？对不对？好，那如果到这里你让它 refresh 这个地方，有没有？你如果往上走，你就侦测一下，往上走是不是一样碰到边界？哎，游戏一样结束，对不对？所以到这里已经可以让它 game over 了。那让它 game over 的情况呢，就很简单，只是在画面上把字画出来而已。那这个程式这边，对我告诉各位，你看这里做什么？设定画布画笔颜色为蓝色的，然后字体大小设40，然后在画布上绘制文字，游戏结束。然后 X 坐标 Y 坐标，我用画布宽度的一半，高度的一半，为什么呢？我要画在正中间。好，画在正中间，所以开始我要设定画笔的颜色，再设定字体大小。那字如果太小也不好看，那我设定40呢，是我大概抓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底下呢，开始就要到画布这里来。首先第一件事情呢，要把画笔的颜色，哎，这里要看一下，看看在哪里，画笔颜色在这里。哦，计时器呢，先设为假。然后呢，你要显示的字，你的颜色，这时候呢，我就不用 RGB 了，我直接选一个颜色就可以了。假设我用蓝色，然后再来画布这里，我要看一下画笔的，哎，字的大小，没有，画布字体大小，这里面还有一个字体大小。好，那这个大小的话呢，上面啊，我上面设定的是40，所以各位这个地方就把它补进去40。好，然后开始呢，到画布里面去。做什么呢？找那个画字的程式，在这里有一个绘制文字，呼叫画布绘制文字。那你要 呼叫的是什么文字？在文本这里，你就可以自己打了。好，这里看你要打什么，你要打英文、中文都可以。打 game over， game over， o v e r， 然后就打一个惊叹号之类，或者打一个。对，大概就是这样 ，game over， 大概就类似像这样意思 ，game over。那它的坐标就刚刚讲过的，它是一半，你要绘在萤幕的正中间，所以呢，我需要用到一个除法，要有一个除以二的动作，除以二它才会在中间，除以二。那到底什么除以二呢？萤幕的画布的宽度在这里，你到画布这里，那你可以往下卷，会找到。画布的宽度跟画布的高度这里面，哦，然后你可以用复制的贴过来，这个地方用高度 ，game over 就这样啊，你可以给它更新一下。那这时候呢，游戏应该碰到边，它就会出现一个 game over 的情况，有没有？就像这样，
这样游戏是不是就可以正常结束了？那剩下来的只是一些细微的控制而已，哦，细微控制而已。所以你会发现呢，它的结束就在这里。如果这些条件超过边界，因为我们是1到18行1到18列嘛，如果满足这个条件，然后就把计时器停掉。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在这 APP 那里面，你如果要做动画，有没有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计时器。那你要知道呢，计时器呢什么情况下要把它设成真跟假，你要去控制它。当你设为真的时候，它就在里面绕。那到底多少绕一次呢，是由你设定啊。因为一开始我们在画面设计这里，我们的计时器是填这个500。所以如果你要让游戏呢它的难易度改变怎么样，这个间隔可以怎么样缩小。如果说你的数字变小，等下这只蛇呢就像飞奔了一样，哦，会非常的快，这控制上呢就会变得更困难，哦，这样子。所以呢这个程式的部分呢到这里就是差不多画边界可以结束了。但是还有一个结束的地方并没有处理，什么地方呢？自己吃到自己，哦，自己吃到自己，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呢，程式我等一下在这边讲给各位听就好了，也不让各位做啊，大概也没那么大的时间，各位练习到这里就好了，至少到这里你能不能把它做出来呢？那完整的程式呢我等一下给你，好，哦，然后请各位呢就自己呢等下 run 一 run，哦，然后是不是能够跑得出来，哦，能够正常结束。那至于说其他的控制，这个是自碰自吃的部分，哦，那其他的控制呢这里我讲暂停，这个有没有暂停就在做一件事情，把计时器设为什么假，那再按一次就把计时器设为什么真，所以暂停就是控制计时器的意思。所以这一个按钮就是干嘛，你按下去就是设为真，再按一次变假，然后顺便把上面的文字改成 pause 跟 continue 这样而已。所以这个是很简单。那 restart 的动作呢，你会发现它是几乎跟什么跟前面的初始化一模一样，跟前面初始化几乎一模一样，计时器设为假是不是一样，那只是多了这三行而已，有没有得分轻为零，把蛇的方向设为向右边，把原来蛇的环节呢被你加了好长好长了，变成恢复原来的六个环节，那把这个文字呢改成暂停，然后后面都一样，画背景有没有画蛇画眼睛，因为我之前有画眼睛了，画果子，然后再把计时器呢设为真，控制权又交给计时器了。所以这个 pause 的按钮跟 restart 的按钮我们就不让各位做了。那各位呢要把它做完的是至少这个到这里哦，有没有碰到边界你要能够像我这样正常的结束，像这样子我给它重新连线，有没有，那你试看看吃果子有没有问题，好，就是这样子，好，吃果子有没有问题，好。那至于说呢防止自杀的部分，等一下我把程式呢叫出来跟各位说明一下吃它有没有。那现在这个蛇呢会自杀，向左按的话呢就会吃到自己了，哦，这样这其实是不对的行为，这是不对的啊。现在是暂停也不能用，什么都不能用，但是就会 game over 这样的而已，哦，好，那各位呢先练习这里，自己先试着做做看，再自己做一次就好了，然后呢试着把那个 会文字的部分会出来，这样就好了。那其他的部分呢就不让各位做了，哦，那我来看一下呢我的之前完成的专案，那等一下我再把这个程式呢哎，给各位，哦，给各位，那大家呢就可以试着把它玩玩看。好，我把那个最后一个 Snake 6的程式呢，放上去了。哦，那大家呢就稍微看一下，那个其实跟我原来现在的写法也差不了多少。那各位呢看一下在这里，哦，这里面呢 Game Over 的地方，各位看到有没有？我只是把它独立成一个额外的模组，哦 ，Game Over 像这样子而已，有没有？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就类似像这样子，哦，大一等于小一，只是变成一个函数，它有传回真跟假，那一样是如果有没有设为真或假，就像这个样子。那这里面呢有多一个画眼睛的程式，所以各位呢可以试试看一下。那这个暂停开始，哎，应该让它重新再更新一次。好，那大家再按暂停，它就暂停了，有没有？按继续，它就继续，然后按这个 restart， 它就重来了，好，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啊，你看按向上不能按，哦，那这里面呢为了区别避免它自杀，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它就是向上的时候向下键是无效的，哦，就类似像这样的意思，哦，那我给各位稍微看一下
它那个上下左右键，你看向上这里，我加一个如果，各位看到这里有没有？如果呢，蛇的方向不等于向下，这时候才能设成向上，向下的时候不能向上，所以呢 ，up 跟这个 down 这里有没有？你要加一个如果上去，哦，蛇的方向来做上一些控制，这样呢，它就可以正常的这样去进行，哦，所以这个地方大致上呢就到这里，那是不是有地方没有加上去？可能要。哦，还有一个没有加上去哦，还有一个就是自碰的部分，自己碰到自己的部分呢，在我的 Snake 讲义上里面有，好、哦，那我有圈起来，它需要透过另外一个变数呢，叫做自碰哦，来判断说它的这个如果这个条件里面还要加上这一个，如果呢它是自碰这个变数，如果是真，那这个时候呢也一样呢要做一个 Game Over 的动作。在那个讲义上面它都有提到，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给各位的程式这里面没有加上这一块啊，好、哦，这里面呢自碰部分并没有把它写完，那么如果说你后面呢要把整个呢写完那个自碰跟自吃这里，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再加上一个，像这里、哦、跟各位稍微提一下，我们还需要一个变数、哦、这个部分这里呢我可能就那时候我的想法可能就是要让各位自己做，所以我就没有把那个程式呢把它存起来，这里需要设定一个权益变数叫做自碰，你给它设成假，有没有？然后在如果的条件这里再多一个，多一个。如果呢这个自碰是真的时候呢，它也一样。所以呢，你在写这个 game over 这里还要再加一个，这条件里面还要再加上一个。好，这个或还要加一个，就是如果那个自碰这时候也一样要传为真，所以 game over 这个地方呢要去做这个动作。如果好，那至于说这个变数呢，什么时候会被改成？真在这里，各位开始进到在下个位置，又要去调下个位置。那在下个位置里面呢，你就要看一下，它是不是，它到底是不是自碰？那这里面你看，我们又做了一个检查动作。如果呢，你的下个行下个位置在蛇的身体里面，你的下个行下个列这个新的位置在蛇的身体里面，它就是自碰。那自碰做什么？就做一个把这个变数设为真，就这样而已。哦。所以呢，在前面的如果这些位置都弄出来以后呢，再加多上一个。如果说你的下个位置在蛇的身体里面，那我们就设成真，那就没事了。如果否则就是底下继续。好，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去做的话呢，其实也不是很复杂，在变量这里我们就加上一个什么东西叫做自碰或自吃。好，就这样子。好，自吃。好，假设这是自吃，那你就把它设定成一开始设定成假。好，各位呢就看看一下，设定成假，那里面呢这个条件就再多一个，点它，然后呢把这个物灵加进来，好，然后呢这个地方或什么你取这个自吃放进来，这是不是多一个，多一个条件，有没有多一个条件，真跟假，这其中一个真它就是 game over， 对不对？好，那什么情况下呢自吃会被动到？你要去找下个位置，你的下个位置的程式在这里。好，那我们把它搬到旁边这里来。你要动的是哪里呢？我把它动到拿到底下来做好了。好，因为跟这个有关系。好，我把它打开来，下个位置。这里面呢会动到哪里呢？好，一开始，我们要先设定自吃，先设定它进来之前要先给它设成假，就代表说它并没有自吃。那什么情况下会自吃？就加一个如果在哪里，它的位置都确定了，就在最底下这一块拉出来，再加上一个如果，否则有没有？如果它是在它身体里面，它就是设成真，否则就继续。好，所以这里面多一个。那如果什么，这个就是要在清单里面的检查，检查清单里面有没有包含什么？有没有检查清单？那检查什么清单？蛇这个清单有没有涵盖这个内容？检查蛇的清单，那这我用复制就好了。这个蛇这个清单有没有含这个内容？有没有？你产生的下个位置有没有在蛇的身体里面？有。那做什么动作？就把这个权益变数设成什么？真。这里设成真。好，这样程式就结束了。好，看懂哦，就在这里。好，这里多一个如果，否则
它在这里面，然后就设为真，否则蛇继续走。所以这里面呢，各位发现在这边去执行的时候，如果呢你蛇的身体够长，哦，我们让它吃果子好了，哦，你可能呢要够长才能够吃到自己。那时候会把这个设定成长度是6，就是要让学生呢赶快检查到说他到底呢这个有没有办法呢吃到自己啊？因为现在长度不够长就吃不到自己啊，所以呢我可能至少吃到2个以上的果子呢，才能够判断说是不是能够达到自吃的情况哦，2个了哦，那我看一下，往下，向右转，赶快向上走，再向左走，哎，撑到自己了 ，game over， 就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你的 game over 呢，就两个状况，一个是碰到墙壁，一个就是吃到自己，哦，所以这个贪吃者游戏就结束了。各位有没有问题？我想知道你把它缩小缩小，总共层次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对，我那里缩小缩小一下。啊，缩小缩小。啊，这个。不是为了那个右边这里啊，缩小啊啊啊。没啦。对。就这样而已啊。大家都写得完吗？哎。像我刚刚，你刚刚看到我刚刚这边的，你有看我学生的作业，你知道吗？对。你刚刚不是有看到那个我学生的作业部分吗？嗯、所以其实到期末大概只有一半可以。对，差不多一半的话呢，才会可以做得完，差不多一半左右，大概可以做得完，差不多。比方说，像每个班还不太一样嘞。你看这个，这是我同学的学生的情况。你看他的第一个作业，通常大概都没问题啦。这个就是因为那第一个画面嘛，对不对？那再来后面呢，你看数量就开始在递减了。有没有？这是画面，在这个呢画蛇，有没有？那他没画完、哦、你怎么办？哎，没画完哦。其实，在每一个班，你会发现我后面都会贴这个图，有没有？嗯、每一个班不同，我都会补充这个图片给他看，你会发现。嗯、然后呢，这图片给他，好、哦、啊，因为前面的讲义并没有讲得很清楚，我讲完了，哎，这个是我现场做的，啊，因为 PDF 刚看到就很模糊嘛。所以我把现场，因为随时我可能会改变写法，我会截图，然后呢，再适当的看到班上的情况，如果跟不上来，我就另外再把这个图再传。所以每一个班里面呢，你会发现它后面我补充多贴上去的图会多不一样，有没有？像这个 restart 我有贴上去，有没有？每一个班会有不一样的情况。你看到后面变成是那21个，有没有？到这里的话就已经变这样子了，啊，后面这个要打包。你看这个班好像因为没有课的关系，所以他就没有到这个部分来。他至少说是这个是完成的，哦，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里面的班级，它大概差异性大概就这样。课堂作业就是差不多到6以后，像你看这个也是差不多剩下一半而已。到这里大概都做得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作业，哦，他们交出来，因为要截图嘛。所以最后一个我要这个就是他截图的，那你可以发现，你看每一个小朋友他。色的颜色都不一样，他自己去调整，有没有？他都自己去设定，他自己去做他自己的，就这样子。好、哦，我意思是说，如果做到最后一节课，但是他只做了一半，那你的分数怎么给、啊？哦，那因为我有那么多个阶段，嗯、我就所以我期中考最累，期中的时候呢，我要从头一个都看，但期末我是倒回来看的。比方说，他 snake。6做出来了，前面我就不看了，分数我就出来了。如果6我找不到作业，我就去找5，5找不到就找4，倒前推。所以实际上当节课你会做说明吗？还是直接让他们自己看？看什么东西？就是因为可能我run到第5节课的时候，每个人进度已经都不一样了。我每一次上课第一件事，先催一次作业，我先广播说你上次谁没交。所以一开始我不会马上上，我大概至少一开始上课会有半个小时在盯，在推。所以你看他为什么会推到后面会有上来，就是我每一次上课的话，至少啊，因为我们是连续2节连排嘛，对不对？所以中间他有半个小时左右，我是在盯那个还没交的。所以呢，其实到后面最辛苦的是那个 debug 过程，很累。我后来发现说，应该是如果说下一次再上这个，前面刚开始做的时候不要分组，当后面作品快要出来的时候要分组。您说，做到 level 比较快的跟 level 比较慢的，对，不然的话呢，你会很辛苦的，因为一个班30个，光你跑一圈就把你累死。嗯、所以我说我这个学期运动量很够，啊，有8个班跑得我简直快要累惨了。那你看，因为同样一个东西，我教了8遍，你说我不熟悉吗？
所以我闭着眼睛就可以写程式，就变成这种情况。所以各位也不要说你怎么可以马上拉出来，那是根本就是磨出来的，没有关系。我今天只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在过程当中前面的话呢，在带那个所谓的重复结构，还有那个所谓的模组化是怎么带出来的，对不对？就是你不要直接跟他讲是那个样子。比方说你在教重复结构，我宁愿开始先穷举，然后带他去回溯看，去看。穷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有问题，他们会做得很开心，一下一下画出来嘛，对不对？他就一行一行做，就跟你讲，你没有讲他也帮你画完，这样画十个画二十个都很有耐心的把它做完。但是当你把它变成回旋的时候，他就在 complain 了，说你为什么不早点讲，对不对？但是模组化的观念我实在是不知道说有什么更好的例子啊。那因为我就试着要用一个稍微比较长一点，因为在短短的程式里面你教模组化其实没有意义。好，虽然是有那个概念，可是呢他说程式那么短，我干嘛给他弄成一个自定积木，那不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可是在这个程式里面，你如果不这样做，你如果没有把那个复杂的这样把它变成一个很简单的画方块这样一个模组，你要做后面的蛇跟果子是不是困难度就很高？但是在前面光搞那一个18×18个格子，你可能就要花很多时间了。好，那一个要让它一直观察归纳，观察归纳，然后慢慢去说说说，哎，说成那个回圈是这样来的。那其实呢，你叫他看到这个，叫他立刻用回圈，我相信他也不会用，他用不出来。但是至少我在讲的时候，过程当中是怎么变的，他知道。你说现在教完了，小孩子就马上要会用，我觉得太难了。各位回想一下，你自己以前学那个，你多久了以后才能够用会回圈这件事情？一直碰到双重回圈，是不是更搞乱？可是刚刚我这样带。至少我当下在讲的时候他是懂的，他是我是这样过去过去，但是你让他用还有问题，像我这样上完你叫他去用他还是有问题。可是我觉得没办法啦，这个国中阶段国小阶段你大概也只能够这个样子，至少当下他不是听不懂的。好，你告诉他你马上写两个回圈，全班全翻的，不要说呢那个自由班，我之前在上C加加的是这样，第一次上完快速的写完就全班傻眼。哦，那个自由生都这个样子，还要说一半学生，所以后来的想法说，好，我穷举，慢慢回过头来推，回来推，甚至在自由班教C加加也是这样在上的，穷举再来。